欢迎大家回到嚟哲学的慰藉啊！我哋今季系讲世界史的结构，阔别咗两个礼拜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新年平安，新年平安，新年平安。好似唔似两个礼拜咁嗰上，系咯，吓，事不宜迟。Yep， 咁我哋今次咧就继续系讲紧 association， 即系如果有新朋友系入嚟嘅话咧。咁我就即係咁要 recap 下，就係我哋呢一本書《世界史的結構》係由丙谷恆人所寫嘅，係希望揾到喺歷史嘅發展洪流入面嘅一啲 pattern。咁佢就透過交換模式去分析喺歷史唔同嘅時段、唔同嘅交換模式作為一個主軸嘅時候咧，嗰、那個社會嘅發展咧都會產生唔一樣嘅狀態。咁喺過去咧，唔少嘅哲學家都係用呢一個生產模式啦，或者係帝國啦，或者係宗教啦去解釋歷史。咁丙谷恆人咧就認為應該從交換面嗰度咧去睇，咁究竟嗰、那個社會入邊係用邊一種交換模式去作為主軸，但係略略一提啦，就是不同的交互模式咧，在所有時間咧，其實都是共存嘅。咁其實是看哪一種交互模式咧係佔優誤解嘅啫。好啦，咁進入到呢個 association， 就是丙谷恆人即係越嚟越自白咁樣，即係否明心跡啦。即係佢嘅政治目標就是喺呢一個associations。聯合主義者，咁佢用呢一個 association 嘅原意咧，就是、因為無論你用過去講社會主義或者係講共產主義啊、無政府主義啊，其實都已經有太多成見，係令到人係難以去掌握佢其實入邊真正嘅內涵嘅。咁亦都因此咧，係我所以丙谷恆人咧就用呢個 association 神。或者是直接用交換模式啲咧，去描繪佢心入邊覺得最理想嘅狀態，或者係其實一路以嚟社會運動係想邁向嘅一個既自由又平等嘅狀態。咁我哋之前有 touch on 宗教啦，有 touch on 國族同埋國家啦，咁樣我哋亦都有講到產業資本主義係開始模塑緊我哋所熟知嘅現代嘅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咁樣。咁而我哋上一次有講到一啲例子，似乎係幾 hopeful， 就係講合作社啦，即係話喺一種以平等互惠的方法去進行生產的模式，似乎是即係無論馬克思或者係普魯東或者巴夫寧都會 agree 的一種狀態。但是咧，我哋都點出了即係合作社呢一種合作生產模式的最大的缺點，就係佢喺資本主義市場入邊咧係缺乏競爭力，亦都係無可能去規模化。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啲 NGO 嚟聖雅各嘅時分券中心，咁你做啲街坊組織咁樣好細規模嘅、好地區性嘅，或者喺中大有女工合作社，咁都還可以。但係當去到話你要喺全國性咁樣實行，甚至係全球性咁樣實行，似乎咧係好難去想像佢嘅實現啦。咁亦都點解即係一路以嚟嘅社會主義者會俾人視為係即係空想主義者或者係好天真啊咁樣？咁好快咧 ，real politics 就會 kick in 啦，就會認為你始終都係要接受社會現實，就係透過資本主義嘅競爭去增加個生產力。咁喺呢一個環節咧，喺我哋即將進入嘅 chapter 股份公司與國有化呢一度咧。好有趣就係丙谷恆人嘅閱讀，就係覺得馬克思其實冇反對公司，即係或者話佢其實我哋一般嘅誤解啦，即係對馬克思主義就係覺得佢係反資本主義噶嘛，即係anti-capitalist 咁。而好有趣嘅就係如果係咁樣咧，理論上馬克思係唔使寫資本論，即係佢係。應該是如果他只是認為工人佔領工廠透過生產就可以帶來革命的話，他就不會寫資本論。資本論恰恰就是點出，即或者他看得到在生產面他的理論是有所缺乏，他的透過生產是解決不到資本流通，或者資本在一個高度流動的狀態之下所帶領
的壓迫，或者是他潛在的解放力量，即起碼在馬克思的年代他是親眼目擊到，即是在封建時期資本主義興起之後，他是解放了很多農奴出來。咁呢個解放係 quote and quote 啦，即係 you know 佢成為一個自由人，但係呢個自由人咧馬上就會進入咗成為僱傭勞動入邊嘅一個勞動力商品，即係你由一個農奴變成一件產品，咁究竟係咪自由咗咧 ？In a way 係 liberated， 但係唔係一個 emancipation， 但起碼佢都肯定資本主義係帶來嘅呢個力量啦，同埋佢都好肯定資本主義嘅興起其實係 replace 咗或者 displace 咗原有嘅封建或者係亞細亞式嘅專制嘅交換模式，而成為咗一個透過貨幣去做交換。咁然後佢喺成本資本論入邊，其實一直描述的就是究竟在貨幣和商品中間是產生什麼關係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話，我都不厭其煩去講多一次，就是說你想像年銷市場，就是你有個本金，跟住你要買一個商品加埋你自己的勞動力，然後再將它變翻做，即係你買咗啲嘢之後，你又變翻做啲錢啦，成為你賺咗嗰啲錢。咁呢個就係一個MCM， 即係 monetary commodity monetary 嘅過程。咁而資本嘅過程咧，就係透過不斷咁樣去再投資而導致增值，去到某一個位置是你直情是不需要去理會個 commodity， 即你不需要理它究竟變成什麼 commodity， 反正你投資的時候就會是由你付出的本金 M1， 然後呢資本增值了之後就是你股票的股息，股息就是 M2， 它全部都是錢來的嘛。其實除了巴菲特的即是價值投資法之外，大部分人短炒的時候呢，他們都是不會太理究竟他具體生產的那件事是什麼，反正有人買單那就行了。所以在一個宏觀的即資本鏈來說，你就不是 MCM 了，而是 MMMMM， 就一路是透過金錢的作 reinvestment 而達到那個資本的增值。而資本主義的意思就是說一個社會是圍繞著這個資本增值去作為最大的目標，以及它的建設，無論是社會建設、文化教育，所有的東西都是 design around 這個資本增值的目標而去進發的。所以從我們這樣的理解，就我們會比較容易理解，或者比較 accurate 啲去理解，其實究竟馬克思嘅資本論佢描述緊嘅所謂資本主義係啲乜嘢，而咁多人講話 anti-capitalist， 究竟佢 anti 緊嘅係啲咩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只係純粹以資本增值作為唯一嘅目標啦，作為最大目標嘅呢一個社會嘅楞住一抽嘅嗰個系統啦，咁樣。OK， 咁你唔要呢個資本主義？咁唔通你要共產主義咩？即係又係嗰個老生常談咁樣。對於馬克思嚟講係嘅，即係佢認為係可以透過陽氣資本主義而去達到共產主義，而甚至佢有少少認為咧係一個歷史嘅必然嚟嘅添，即係隨住歷史嘅發展。咁點解佢會有呢個咁樣嘅 idea 咧？就係、是、因為佢嘅時代佢見到係一個曾幾何時。由中世紀開始，跟住進入嗰個封建領地，一個咁牢不可顧嘅社會體制，竟然都可以煙消雲散，而成為咗資本主義嘅社會啦。透過工業嘅發明，透過好多人類生產模式嘅改進，透過民族國家嘅興起咁樣，咁所以。在他的眼中就是说，咦，原来历史的进程是会不断地淘汰旧的社会状态而迈向一个新的社会状态，所以也都理所当然地他可以构上一个更新更未来的社会状态，而 in which 呢资本并不是唯一
或者是不是、fundamental 的那個目標來的。好，那我們即之前一直講話，其實如果要達到既自由又平等的狀態呢，那你是同時要揚起國族、國家和資本這三樣東西啦。那、我們今天去講的這一 part 呢，就是說你其實在局部這樣 去做呢都是不得的。所以其實今集我自己看呢是會有一點悲觀，就是他是怎樣告訴你知做些什麼是不得的，就是做好像做什麼都不 work 的。所以我自己看我都有一點傷感，但是不要緊啦，就是懷念我想過去幾年大家都慣了是在逆境裡面 去找 silver lining， 是不是？所以就是相信、再將個圖畫描得灰一些呢，大家都吃得落的，是撐得起的。好，那我們就進入今次並不是開始去講解，就是股份公司和國有化，就是為什麼這件事重要呢？我們之前有講過股份公司的起源是來自於義大利啦，就是company 是一個很新的社會形態，是透過一些資本家去集資共同去管理。而股份公司呢是、一種是馬克思時代最新亦都是最在他眼中是資本主義最成熟 的狀態。即我們今天就會知道還有 DAO 是不是 NFT 啊 blah blah blah， 但在他那年代呢股份公司是 最新。新在哪裡呢？就是如果你想像我們之前經常拿 Les Miserables 孤星類裡面的 Sean Falchon 和奉天的關係去講，就是 Sean Falchon 就是一個、製衣工場 的資本家啦，是不是？那放天就是一個車衣女工。那而 Sean Falchon 他是親力親為地去參與那個工廠的運作，即他既是 owner 亦都是 operator。 而所以為什麼最後他才會跟放天產生一個 personal 的關係，然後 再接收埋、個 set 啦。但是今天不講這個音樂劇，但是我就講如果在將這個雙浮雙一分為二，他同時是這個資本的 owner 同時是 operator 呢，股份公司的精妙之處就是他將資本和經營是分離了，就是說你可以有一個 operator CEO， 但是真正擁有那個公司的是股東。所以、在這個層面上面其實股東是不需要參與那個具體運作。當然有很多、小的中小企樣，其實個股東就是幾個合夥人咯。但是他怎都好 A 啊，就是都有張股票的，即是 actually 如果你去、申請一間公司，他會給個 green box， 裡面是真的有一本股票你可以簽名樣分發出去。所以、股份公司的特質其一就是、資本和經營的分離啦，其二就是責任有限啦，這個很基礎的、中學經濟學，就是說你所承擔的風險就是你投資進去那些錢，就是你間公司破產呢你就不用賠底褲的，你可以就只是賠你那個、投資下去的股本。咁第三就係可以大規模咁集資，因為你可以透過上市啊，或者不斷咁賣你嘅股票啊，然後就可以做到好規模化嘅生意，即係例如好似淡仔三哥咁樣，即係上市前同上市後嘅廣告都好唔同啦咁樣。咁而好有趣嘅就係馬克思其實好 confirm 呢樣嘢，佢係覺得咧，如果將股份公司所達成的這些東西是合作社化變成一個 association 這樣的生產模式呢，其實是可以飛向共產主義，估物量飛向是什麼 verb 啦，就是、我們經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裡面的 verb 經常都很奇怪，要是就是推翻，一是就是要超越，一是就有飛向共產主義咁樣。有先唔好講物理上面係咪可行先，但起碼喺馬克思嘅理論入邊咧，佢係 affirm 股份公司呢一樣嘢嘅。咁而但係對於我哋呢一本書嘅
作者丙谷恒人呢、這個日本嘅哲學家嚟講咧，就唔係咁樂觀啦咁樣。咁喺前一章嘅我哋對於國家嘅分析入邊，其實我哋都有講到啦，共和國呢一個體制咧，其實係沿襲咗帝制嘅主權者嘅位置，即係話如果你有睇李宇森嘅《主權在民》，即係你佢根據盧梭講。即係國家就是人民的體現啦，咁由人民一人一票組成的政府就是一個you know， 即係人民的合法的代表者，咁就組成咗個 sovereign。咁而丙谷恒人咧就唔係咁睇嘅，即係佢認為你事實上嗰個國家是在外部產生，即係國家是對揚於其他國家而產生，而人民是不是真的有咁大的權力呢？其實唔係。Sovereign 咧係一個位格嚟，即係佢係一個其實即係政府就取代咗原本皇帝嗰個位置啦。咁樣雖然佢聲稱自己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咁但係國家就並唔係一條微積分嘅，並冇話所有人民積埋就成為一個國家，而係我哋喺歷史上面成日都。被國家或者代議士出賣的了，即大家都知道在國家面對危機的時候，他是不會真正地聽人民的聲音，反而是以自己的存續是作為最大的律令、最大的目標的。所以說穿了，共和國就是承襲了帝制的主權者位置 sovereign。 因此呢，推翻帝制這件事本身呢，其實並不是揚棄了國家，反而肯定了它。即所以我們過去一百年是不是白做呢？即大家可以值得細思了。而同樣地，股份公司雖然是一個即好像是資本主義的最 sophisticated 的體現，並且是令到原本的資本家好像變得冇乜用咁樣 ，you know， 即係你而家係股東啫，股東又唔參與 operation 噶嘛，咁係咪就係揚棄咗資本啊？咁樣就並唔係啦，因為資本咧係以確保利潤率呢一個至高無上嘅律令保存下嚟，即係你想象佢嘅祖先 ，you know， 即係資本就係公司嘅祖先，唔知呢個比喻大家聽唔聽得明咧？即係話無論係邊一間公司都好，佢背後係有一個。religious 嘅 purpose 嘅，就係為咗要累積更加多嘅資本，就係錢生錢。如果你唔係為咗錢生錢咧，你係唔會開一間公司出嚟。咁而且呢個律令咧係至高無上，即係如果你違反呢個律令咧，你係甚至係應該要被淘汰，或者係俾人 KO 咁樣，甚至係會俾證監會查。即係假設呢個上市公司啊，例如你竟然唔係以最市值最高嘅租金租你嘅物業出去，證監會 actually 係會。要求你解釋點解你唔用市價租出去，你係唔係做緊啲咩不法嘅交易咁？所以資本增值本身對於公司嚟講係基本上是一個宗教嚟。而正如喺國家危急嘅時候咧，人民政府係會被一個魅力嘅領導人取代咧。喺資本危急嘅時候咧，經營者都會被資本本身取代嘅，即係這個好像有少少複雜，我講少少啦，就係話喺國家危急嘅時候，就例如喺戰爭啊，或者係當人民嘅 protest 係上到高峰嘅時候，咁咧國家就會係唔再以一個民選政府嘅樣態出嚟，而係以一個很有魅力。近乎好似君主的人咁樣出嚟，其中一個例子我諗比較近代，即係或者係好當代，咪就係 Donald Trump 咯。即係話，當你嘅國家係面臨緊一個工廠外移嘅狀態啦嘅時候，咁你嘅工人階級係甚至係會捨棄自己嘅階級利益咧，去投一個屬於資本階層但係好有魅力嘅領導人 ，which is Donald Trump 啦。咁同時喺資本危急嘅時候咧，經營者都係會被資本本身取代，而呢一樣嘢咧，我係特別有資格講嘅。點解咧？因為我之前係做一個某一間酒店嘅 impact strategist 啦，咁嗰樣嗰、那個
公司的本質是什麼，其實就是、要做 branding， which 就是要做一個良心的企業，是不是？那這個東西呢是、基本上現在是企業的 trend， 就是說所有的公司都會是要求希望自己是一個良心企業，會 do the right thing， 是不是？ Google 說 do no harm， 或者是說、Nike 都會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但是個問題就是说这些经营者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人，希望自己有良心，这件事呢去到银根短缺的时候就顾不到那么多东西。当资本开始危急的时候呢，你要累积钱，你要赚钱的这个律令呢就会是完全这样 trump 了所有的其他的考虑。就是所以 很多时候呢，例如我特别记得是2008金融海啸之后呢，是有一些大企业裁员啦，大规模裁员啦。咁嗰阵时有一个、CEO 呢，就同我哋，当时我仲系学生啦，就同我哋分享呢个经历嘅时候，佢就话啊，正如一个喺、空难入面呢，我哋如果系一个妈妈带住个小朋友坐飞机呢，佢都系先要俾咗氧氣罩自己，保護咗自己，先至保護個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喺呢個咁艱難嘅時候，都冇辦法，唯有要裁員啦咁樣。咁就要先保護自己咁。咁你聽唔聽得明呢一個比喻？呢、這個故事係有啲咩精髓？個精髓就在於你諗下喎，即係首先係個公司將自己同僱傭勞工嘅比喻係比喻成阿媽同仔啦，咁樣，即係佢認為大家係有親嘅咁樣。第二樣嘢就係話，佢係會 justify 自己嘅裁員行動，係因為要自保，而呢樣嘢似乎係無可質疑，或者大家應該要體諒咁樣。但係你諗下，點解即係喺企業危急嘅時候就要共度時間，或者商人為國啦？如果國家嚟講，就商人為國。但是当赚钱的时候，你就不会是分多些花红，反而呢就是扩展业务、啊、即其实如果可以用相同的人工请到一倍人，他就会请到一倍人。所以其实无论经营者自己 的心是怎样想呢，其实、最终都不重要，最终个资本的力量就会在危急的时候取代。如果我自己即去做、impact 或者做 branding 的一个经验，就是在疫情最辛苦最严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单止对于我们、食肆的商户是没有优待啦，甚至是加上一倍租，即你想想是在最逆境的时候加上一倍租，逼走了一些租客，扑不扑街好扑街的。但 是因为资本危急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都会陷入这个财政的艰难。你想想我这样讲，你都会觉得很坏、哦、是啊是啊，这样你都要顾下自己的这样，而很快就原谅了弊公司做了的很扑街的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在个资本逻辑里面去思考，而没有想到即是在这些店铺里面打工的人，或者那个小生意的老板，他本身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或者是说我们要为他的 well-being 负责，因为就是在资本市场里面我们是没有这一种责任。即是我成日有一个讲法，我们不是开善堂的嘛，即是 就 shut off 所有的社会责任。那这个 是哪个的错呢？其实没有人的错，但是在我们这本书的 scope 里面，我们慢慢梳理，你就会明白究竟后面是有什么 dynamics 会令到、事情会如此地呈现。就算是我几好心肠、老板几好心肠，都是改变不到的。是 Connor。是这个经济的逻辑呢，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呢，其实是深深植根在香港的人的 psyche 里面。即使去到話，去到啲，即係去到即係之前，
SOHO 同埋許賢攞獎嘅時候咧，跟住佢就話，即係香港嘅最大問題就係 management 問題。哦，係啊。咁佢即使係去到用，即係去到作為一種隱喻啊，或者去到比喻嘅時候咧，都係會用咗呢種即係資本主義或者係一個叫做經濟嘅一個語言，就係、是、你講緊係一啲政治嘅問題嘅本身係，咁但係你就要將佢即係講成為或者用呢種方法去講成為一個 management 嘅問題，咁令到大家都會明咯。咁而之所以大家會對呢樣嘢係呢種語言係有感咧，或者係有共鳴，都係因為大家考下好下意識咁樣就將佢想象成為一個管理嘅問題咯，而唔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咯。咁呢樣嘢其實係亦都好關乎到我哋生存個環境係點樣 shape by 呢、這、一個即係、以牟利或者以呢、這、一個即係經濟上面嘅競爭、市場競爭去到即係支撐嘅一個社會。嗯，講穿咗就係 corporate Hong Kong 咯，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你生活嘅每一方面其實都係一個 corporate， 而你甚至因為咁樣你就投射到你嘅政府都係一個 corporate 咯，即係用 corporate 嘅形式去管理政府，然後你就投射呢個政府嘅決策人係一個 management。而呢樣嘢其實係即係由90年代新自由主義之後產生嘅嘢嚟嘅，即係一個其實政府唔係 corporate 啦，咁當然佢哋會合作。而最終我哋點樣理解人類嘅社群或者人類嘅責任與權利嘅話，你係冇可能用一個 corporate 嘅理解，因為點解咧？因為企業就係最唔民主嘅，任何嘅企業都是不民主，你真的去看自己公司的章的话，它是不可能 provide 一个 equal 的票给你。除非怎样呢，即马克思就说 what if 如果股份公司将你的股份即给了一些员工，即 有没有用呢？其实有很多公司呢都会以股代粮，有时是即是不是令到你就会有成为了个公司的 stakeholder 呢，或者是人人都是 CEO 这个理想是不是有用呢？对于马克思来讲呢，他正正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的最成熟的阶段，就是股本和经营者分离了之后，他就想可不可以做一个换头手术，就是撤走了股东，然后呢就由经营者 共同管理，你只要改一改个章就可以了。哇，一 pass 好像一个 click 这样 就改变了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难，即理论上是很容易，但事实上实行出来你就会跟合作社一样，你根本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面是经不起风浪，因为你一个有资本有规模即是说集资的上市公司，你又可以请一些明星去代言，即是例如现在你要写一个好像 Foodpanda 的 app出嚟是不难的，技术上是已经 source code 都齐。个问题是你请不到 Mira 来帮你代言嘛，咁你即系炸鸡啊，系人都识啦。咁但系我哋冇嗰个资本去请 Mira 去食你个炸鸡咁样。咁所以喺资本主义市场入边，股份公司或者系上市公司，仍然嗰个佢个优势。是一个合作社这样的公司是完全是 compete 不到。既然你不能够规模化的话，你都很快在竞争下面或者在下一次的疫情之下就会被市场淘汰。即是君不见有不少的所谓良心小店或者黄店，即基本上在只要有少少市场的风浪，例如shutdown、lockdown之后咁就执笠啦。而且就算系你拥有自己公司少量嘅股本啦，甚至你系已经系 CEO 咁样嘅经营者，但系当你系一个CEO 嘅时候，其实你就戴咗老板嘅嗰顶帽。
戴咗老闆嗰頂帽嘅意思係啲咩咧？大家就想象下，即係前年咪有好多工會嘅，咁工會咧有個 term， 即係就係佢哋組成工會嘅時候咧，啲 TG group 咧就話慎防管理狗，即係個意思就係你唔好俾啲管理狗入嚟。咩管理狗？其實就係公司入邊嘅白領管理階級。點解要慎防管理狗咧？佢哋唔係都係工人咩？即係佢都係你嘅 friend 嚟噶嘛？咁啊，就因為雖然他們在體制上你都是僱傭，你都是打工仔，但是你戴了老闆的帽，就是你覆蔭於資本增值的律令，所以你的最大的目標就是為公司去累積資本，那就當然涉及要吸花紅、吸福利，還有是要令到員工做多啲嘢 ，longer hours, more productivity 等等等等咁，所以其實你持有一啲自己公司少量嘅股本又好，你做到好高級又好，其實並唔代表係 co-own 咗間企業，亦都唔代表你係即係超越咗資本主義嘅一個狀態嘅。咁所以個別嘅公司做，即係我覺得最灰嘅位啫，喺呢個 chapter 嚟講，佢就係話你喺個別嘅公司做咧，即係就如我之前嗰間公司咁樣咧，係好好啦，好有良心啦，上曬報紙啦。咁但係其實你真心去做嘅話，就係挺執笠嘅啫。你良心企業都係冇用嘅。而另一樣喺即係歷史上面嘅嘅方法咧，即如果係一啲巨大嘅企業啦、上市公司啦，喺巨大嘅危機底下，即金融危機嘅時候，例如雷曼咁樣，其實反而喺嗰啲位咧，國家仲會出嚟補貼，即可能係透過國營化啦，或者係一個違約借貸啦，甚至係一個 injection， 即就咁國家俾啲錢你，就係、是。當你喺即係你間公司係 too big to fail 嘅時候，即係國家甚至係會出嚟去保你嘅。咁而最近咧，其實都有發生一件事，就係咧喺十月嘅時候，金管局就宣布東亞銀行係一個systematically not important 嘅公司。咁呢樣係啲咩？就係話。如果你是有这个 systematically not important 的状态，你就是会在个 capital requirement 上面会放宽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不需要持有那么多的本金，都可以借多一点出去，那就可以发展你的银行业务这样。而调回转有某一些其他银行呢，它是有一个叫做 DSIB 的 status 咧，即係話佢係 too big to fail 嘅時候，咁政府係會一嚟就要求佢用一個更審慎嘅方法去借錢出去啦。第二就係即係政府其實喺重大嘅危機嘅時候咧，係會出手去相救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喺你見到喺呢一啲位咧，其實國家有時都會係透過國營化去輔助資本市場啦，或者。Vice versa 就是割韭菜，就是说将企业国营化之后，你就可以更加好地控制它。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在上个世纪或者十九世纪以降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一个很大的主流，就是国营企业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恩格斯那个理念里面，他认为只要做到馬克思所講的那個頭部換頭手術，將個股份公司國營化，那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了。這樣而後來的列寧呢，沿用著這個理解，就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就有一個大工場咯，樣就是社會就是一間巨大的工廠，所以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化，然後透過國家力量分配給勞工，咁咪達到共產主義咯。咁呢個都係好一般我哋即係叫做耳濡目染底下去理解嘅社會主義。咁但係並哥行人就係話佢認為咧，將國營即係將呢啲企業國營化咧，其實就只會離開社會主義越嚟越遠，因為你國營化咗啲企業之後割韭菜，其實係。只不過將啲勞動者變成國家公務員啫嘛，即係你諗下就係話，
你無論你嗰、那個行業可能係鑄鐵啦，或者係做紡織啦咁樣，咁甚至係湯牛啊，係啦，以前生產大隊係有湯牛，咁你咪就係國家一級湯牛公務員咯。即其實只不過係咁啫嘛，你由本身私人聘用變成由國家去僱用勞動，其實係冇辦法去廢除嗰個勞動力商品。即如果大家有跟我哋上兩次嘅呢一個哲學的慰藉嘅話咧，你就知道其實成個資本主義要 kickstart 嘅最原初嗰個 unit 就係勞動力商品，即係話。工人或者無產階級透過販賣他自己的勞動力，他的人，即簡單來說他的人，而 去換取他得以維生的一些物料，而他這個勞動力商品呢就會促進了產業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所以在剛剛講的國營企業的這個狀態，即我們想像就是上一個世紀的中國，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其實是沒有廢除到勞動力商品的，只不過 由私人公司變成國家去僱用，現在再變回 做私人公司啦，這樣即包產到戶之後，即再市場化回之後，仍然是沒有解決到，甚至現在我們都有個新的 term 就叫割韭菜，就是 even 一些上市的公司，一些你好像是在市場上面自由販賣的股份公司，事實上最尾都是成為國家 的一個隨時予取予攜的 resource。 所以在這一本書裡面，其實人工行人都有舉一個例子，就是说在苏联和中国不是有集体农场的，或者农业合作社啦。Essentially, 虽然它的名字是叫合作社，但其实并不是合作社，大家都明白其实大锅饭不是真的大锅饭。其实它说穿了就是农业的国营化咯。即你想象今天的美国的大型农场，他们是很机械化地生产，但有人就是由美国政府持有。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集体农场来的啦。而这一种倒退呢，其实这一种的这样的农业形式呢，不单止不是一种进步，其实甚至是倒退回去亚细亚式专制国家的农业共同体。即是好像旧朝代、清朝、明朝，甚至再早一点的朝代下面的国营农业，其实根本是 nothing new。而另外丙哥系人亦都回应了，即我这part我看得挺开心，即他就回应了所谓官僚主义的问题，即是说有一些 tankies 就很兴讲说中国所有东西都很好啦，即那一套 you know, 无论蓝丝统派 tankies 他们讲的一大抽论述，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啦，就是说所有嘢都是 necessary evil 嚟嘅，而現代中國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官僚主義的問題嘅啫。即係講嚟講去，去到最終你所 raise 嘅所有 criticism 都唔 valid 嘅啦。但係佢會讓一個步，就係話，哦係咯，因為官僚主義咯，即係你話啊侵犯人權啊，因為官僚主義咯。哦呢、這個產業唔發展啊，因為官僚主義咯。點解會？出現一些即是社會的不平等，因為官僚主義咯。但是丙哥系人就話，你不可以就咁樣就賴曬落官僚主義度，因為那個官僚主義是 inherent to 你呢一種舉國體制，它基本上就是伴隨住你的國營化而出現的一樣嘢。所以只要你進行國有化啦，同埋國家統一管理咧，根本就不可能避免官僚主義的制度化。無論你去口頭上怎樣講啊，我哋只要避免官僚主義，我哋有一些行政的措施去增加個行政效率啊，增加透明度啊，甚至好似毛澤東咁樣發動文化大革命，都唔即係其實都係冇用嘅。
即係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嗰個背景啊嘛，即係 at least 喺後頭上面，毛澤東當時係話因為即係黨內有走資派同埋有官僚主義，咁所以咧就透過文化大革命，其實係一個即係講得衰啲就係、是、毛澤東嘅 be water 嘅 movement 咯，即係佢覺得啊而家咧個。國家咧就太過官僚啦，我哋要 be water 咁樣，佢嗰、那個佢就發動了一個人間嘅浩劫啦咁樣。所以根據丙國行人就話，其實係你唔可以唔去正視呢、這、一個國家統一管理，將勞動者由國家僱用，將佢變成勞動商品嘅呢一個 element。然後去講其他的所謂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的，所以我這一 part 呢就是sum up 是講回股份公司啊，同埋國有化中間的一些 dynamics 的衝突，即是說穿了就是話行股份公司即係資本主義呢條路又唔 work。行大鍋飯國有化呢一條路又唔 work， 咁好多人都話：哦，咁行第三條路咯，係咪可以有個乜嘢 match 啊？我哋將股份公司同埋國有化撈埋咧，咁樣咁你就不得不去警惕我啱啱所講過嘅嗰一啲問題，即係究竟喺咩情況之下官僚化係會？官僚化是無可避免呢，咁而如果我哋要超越呢兩個骨頭路嘅話，又可以點樣做呢？咁係丙國行人喺稍後嘅時間咧，即係都會提出一個觀點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係、是要講，即係交俾阿 Andrew 去講嗰個世界同時革命啦。應該係 Tommy 啊？唔係。係啊，冇錯，係我啊。我都嚇一嚇，嚇親嚇親。好啊，唔緊要啊。我哋因為呢篇其實呢一章其實都佢唔係好長嘅，所以我話應該好快就可以講得曬，唔會話 overrun 咁樣。咁咧我哋拉遠少少睇啊，即係我哋頭先一直喺度講即係一啲好其實叫微觀定宏觀咧，但係感覺上睇到好細啦。咁但係呢樣嘢咧，佢去到講世界同時革命嘅時候咧，成件事就拉得闊咗，因為佢其實呢一 part 最主要係想講咩嘅咧？最主要其實就係想我自己覺得啦，或者話我睇完之後嘅心得咧，就係佢其實好充分地解釋咗點解我哋而家即係由可能二十世紀初期去到而家啦，咁多種唔同嘅共產主義同埋咁多個唔同嘅共產主義國家，無論佢係有心定無意都好啦，點解最尾似乎都去唔到馬克思心目中嘅嗰個共產主義世界咧？咁大家即係如果喺其他普羅大眾啦，或者嘅眼中，馬克思就係共產主義之父啊，跟住萬惡之源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即係大家有時可能有啲人會誤解，就係話喂馬克思根本就其實呢個喺黃子華嘅動稿少都有提過佢自己，即係我估佢係純粹攞嚟講笑啫，佢應該真係有讀過嘅。咁但係佢係點講咧？佢就係其實最衰即係共產主義。搞出嚟嗰個人咧，佢完全冇諗過，即類似啦，我唔係好記得佢原話係講咩啦。咁但係佢類似就係話，喂，當初搞呢壇嘢出嚟嗰條友根本就冇諗過佢唔 work 嘅。其實丙國行人呢篇度就同大家講翻，其實馬克思自己有講過，根據一直以嚟，即由十九世紀開始嘅各種各樣嘅革命嘅形式又好啦，社會運動形式又好啦，馬克思其實有講過就係其實佢覺得根據嗰個年代或者甚至乎到而家都係嘅嗰啲形式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實現到佢所講嘅嗰種共產主義。咁最主要原因係啲乜嘢？最關鍵嗰一點就係、是馬克思提出咗一個好 critical 嘅 point， 就係、是、如果你想推行共產主義咧，你唔可以淨係喺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度做，即係你要係一個。但佢好搞笑，佢又唔係講緊話真係全世界所有地方、所有國家、所有人咁樣一齊做，因為佢講緊因為大家冇俾個 chapter 嘅 title 誤導
透咗咧。佢講世界同時革命嘅意思咧，其實係講緊由世界當時即係維多利亞時期嘅強權，主要係歐洲嘅強權啦，即係唔單止歐陸啦，歐洲嘅強權去主導嘅一個社會主義嘅革命，跟住慢慢延伸落去燒，即係叫做燒去成個世界咁樣嘅一種革命 ，instead of 單喺單一國家嘅一個革命。去實行共產主義，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成件事都幾易理解嘅，就係因為本身馬克思所提出嘅嗰、那個可以叫做 flow 啦，即係大家可以當係又想講 pop culture reference。講一講，如果有玩過世紀帝國嘅話咧，你就會知道佢由黑暗時代啊，去到封建時代啊，跟住帝王時代乜咁樣咧，佢你要 fulfill 到某啲條件咁樣先可以繼續行落去噶嘛。咁然之後譬如話你可能要起兩棟建築物，或者你可能要先叫研發咗某樣科技咁樣先可以 move on 去到下一個時代啦。咁其實馬克思本身佢成套 theory 咧係有少少似呢個模式噶，就係佢又講到明就係話你去到咩時代，即係以前已經發生咗嗰啲即係封建時代去到資本主義時代嘅嗰啲變化啦，當中要 fulfill 到咩條件啦。咁然之後由資本主義時代轉型去到共產主義嘅時代咧，其實佢都有提出過係有啲咩條件要 fulfill。咁首先其中一個咧，係呢個 chapter 一開始有講嘅，就係藉住由掌握國家嘅權力，然之後廢除經濟嘅階級關係，然之後咧你就可以 upgrade 去到下一個時代啦。咩意思咧？就係你首先需要一班好似列寧啊咁樣嘅革命先鋒咁樣啦，即係其實佢實際上唔係咁嘅意思啦。如果我哋之後會繼續講到，即係首先需要一個叫做革命領袖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嗰、那個革命領袖咧，首先要暫時啦。其實有少少矛盾嘅，我之後會繼續講，但係講埋嗰先，暫時掌握國家權力。咁然之後咧，佢利用呢個暫時掌握嘅國家權力咧，去廢除經濟上嘅階級關係，即係譬如無產階級啊，資本階級啊，嗰啲咩小資產階級啊，中產階級啊等等啦，佢將成個呢個資產階級嘅關係廢除咗佢，令到大家嘅資本係可以，大家嘅資產係可以共同 share 嘅呢個狀態。咁然之後去呢個狀態，因為大家都係平等啊嘛，喺經濟階級上面，所以就自自然然唔會有人有 dominant 嘅 power 可以形成一個國家咁樣嘅嘢咯。所以佢就會話去到呢個情況，去到呢個地步咧，國家就會自然消滅啦。但係咧，其實佢呢一個即係佢淨係喺呢一 part 嘅呢個 flow 咧，好奇怪，因為首先佢講到暫時掌握國家權力呢樣嘢咧，其實基本上係做唔到嘅，即係你掌握國家權力係掌握國家權力啦。咁但係其實權力呢樣嘢係一個 momentum 嚟嘛，即係咩意思？即係譬如你掌握權力嘅時候，就自自然然會有其他人即係隨時處理嘅權力啦。即係譬如話習近平而家都有好多。即係內部嘅政敵需要清除，即係由佢上台嚟，而家都一直做緊呢一樣嘢啦。咁所以你就會發現其實所謂掌握國家權力，其實係冇可能係暫時性嘅，因為權力嘅 momentum 係不斷咁轉換。所以當你可能真係有一個我哋 let's say 啦，有一個真係聖人嚟嘅，佢係真係有一個即係大家全世界去到發展共產主義一個理念喺度嘅一個聖人先啦。咁去到佢真係可以根據馬克思嘅呢條 route 啦，暫時咁掌握國家權力嘅時候，佢唔可以，佢保證唔到其他人唔去奪取嘅權力啊。所以你就會發現點解中國共產黨咁著重於權力咧？就係因為佢哋好清楚呢樣嘢，就係佢需要即係我哋假設啦，假設佢真係想發展真正嘅共產主義，或者佢哋叫做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都好啦。anyways 啊，總之 let's say 佢哋真係一個咁樣嘅政治理念先算啦嚇。你係冇可能摒棄權力嘅，因為當你權力嘅 momentum 一失去了平衡的時候，你被人奪了權，你就已經沒有能力去做你之後繼續做想做的事。即是他之後譬如說什麼廢除經濟的階級關係這一部分，其實他已經做不到。所以根本由最一開始呢暫時掌握國家權力這件事是做不到的，因為你沒可能只是暫時掌握。當你一只是想著暫時掌握的時候，你就很快就會被人去奪權啊，或者去推倒啊，或者成。所以
根本佢就成立唔到。即係 let's say 咁好啦，我哋行即係用另一個思路啦。咁我唔暫時掌握啦，我長期掌握啦。咁會變咗點咧？長期掌握嗰個權力就變咗，當你真係好啦，廢除咗經濟上嘅家族關係啦，即係去到翻去當初中共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啱啱成立嘅嗰個年代嘅時候，你會發現會可以出現啲好騎呢嘅嘢咯，就係、是擁有權力嗰條友，基本上佢 make 嘅所有 decision， 無論係好係壞又好乜都好啦，你冇其他權力可以 challenge 到佢。咁然之後你冇其他權力可以 challenge 到出佢嘅時候，基本上最尾即係叫做佢嘅 policy work 都算啦。佢唔 work 嘅時候就會好撚大鑊，即係譬如我哋會見到嘅大煉鋼啊、文革啊、成啊咁樣咁啊。系啦，咁所以咧，馬克思其實好早就已經知道，你由單一個地區或者單一個國家去發動革命，然之後去用佢所講嘅呢一個暫時獲得國家權力，然之後去改變經濟階級嘅呢個格局係做唔到嘅，所以佢最一開始咧，雖然佢同普魯東都是叫做社會主義的先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當初普魯東佢哋強推巴黎公社嘅時候咧，馬克思喺即係 ideologically 係強烈反對，即係雖然佢最尾係 support 佢去做啦，因為其實講真馬克思一直以嚟所寫即係佢所提倡的思想也好 theory 也好，講到尾都是 theory 的嘛，所以其實他自己都會想有真的有實驗，看看到底如果我不去真的說要世界同時革命，即是在單一地區開始點燃他看看做不做到呢，其實我估他都是有這個傾向，就是想做一個這樣的社會實驗。所以其實雖然他 ideologically 其實是跟普魯東是有很大的分歧，即是他其實反對普魯東提倡即係革命，然之後建立巴黎公社咁樣。咁但係其實實際上佢係支持呢個行動，因為其實最主要佢想難聽啲講叫食花生啦。即係但係其實實際上佢係需要一場咁樣嘅運動去驗證佢自己嘅 theory， 即係佢需要一個實驗。咁然之後咧，去到最尾就當然我哋大家都知道最尾巴黎公社喺普魯士即係叫做入侵嘅時候就賴咗嘢啦，就俾人捉曬啊、殺曬啊、剩啊、拖曬監啊咁樣啦。咁然之後所以呢樣嘢都最尾 prove 咗其實馬克思當時反對佢咁樣做其實係啱嘅。咁但係到底應該要點樣咧？咁其實咧，馬克思之後就有講到就係話除咗即係佢唔應該係喺單一地區嘅人民開始發動，然之後嘗試即係或者話妄想添啦，甚至乎話妄想藉住一單一嘅一場喺單一地區嘅一場革命，去點燃整個世界嘅一個革命咁樣啦。因為其實成個邏輯都好簡單嘅，就算你真係成功咗咧，就會變成而家嘅let's say 或者早期少少嘅蘇聯，或者去到而家嘅中國咁樣，你會面對好強大嘅阻力咯喺外部。而你面對好強大嘅外部阻力嘅時候，你就需要有一個近乎 absolute power 去令到你可以繼續一路保持一個政制，一路對住其他地方的阻力。所以其實我哋成日會話，咦，點解蘇聯好似好撲街，中國好似好撲街，佢哋即係好獨裁啊成。但實際上，如果根據馬克思嘅 theory 咧，佢哋冇得唔獨裁啊。因為當佢哋唔獨裁嘅時候，佢哋根本就明聽唔到佢哋嘅 ideology。但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哋由一開始咁樣做就已經係一個錯嘅 decision， 即係佢哋唔應該由單一地區開始去燃點社會主義嘅革命。咁但係呢個就係後話啦。但係我想講嘅其實就係、是無論巴黎公社又好啦，或者後來嘅蘇聯同埋而家嘅中共都好啦，甚至乎北韓都好啦，你會發現佢哋根本就做唔到消滅翻國家呢樣嘢。即係當假設佢哋最尾真係做到所有階級平等都好啦，因為佢哋唔係同時間同全世界所有地區一同發動呢個革命，所以當就算佢哋自己內部 achieve 到呢個狀態都好，佢哋外部都有好大阻力。譬如話西方其他歐陸地區或者英美澳加呢啲資本主義世界嘅地方，作為一個被資本即係以交融式施作主導一個國家啦，咁佢哋technically 整個權力的核心就是資本啦，咁資本冇可能會想俾你共產噶，咁所以
那些即使他們真的成功了，但當然我們知道現在蘇聯和中共甚至乎北韓都是沒有成功到，即是實際上執行共產主義這件事，那假設他們真的成功了也好，你會發現他們外部還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外力在那裡，就是想粉碎共產主義或者極力抵抗共產主義的入侵，即好像即簡單來說冷戰就是這樣爆發的，即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作為一個資本家，你不會有可能想任何少少的共產主義思想滲透到他們自己 的地頭，可以說是，所以你就會發覺他不單止要面對自己內部的壓力，同時要面對外部其他國家的壓力，所以根本上他假設他真的 achieve 到，即是內部來說 achieve 到共產主義都好，他是沒有可能做到馬斯洛我們剛才所說的，即是我們要升，即是由時代三升到時代四要 achieve 到的那個關鍵那個 keystone， 就是要最後就是國家會自然消滅這一步，因為他根本做不到一個 balance 喺度，所以佢最尾就會咁樣啦。咁去到咁到底應該要點做呢？咁其實喺馬克思假想入面咧，首先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其實佢講世界同時革命嘅時候，唔係講緊話真係 exactly 世界上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都一齊同時進行緊一個即係社會主義革命。其實佢心入邊所構想嘅嗰個 ideal 咧，係由歐陸地區嘅各個國家，因為點解佢會咁樣有呢個 ideal， 就係因為佢會睇到1848年嘅時候咧，佢本書我唔記得佢有冇講到本書，但係1848年嘅時候有一個叫做民族之春或者叫人民之春嘅革命啦，咁其實係一個當時喺歐洲爆發嘅一個可以話係連鎖嘅一連串嘅革命，因為佢其實係由意大利邊度咧？意大利西西里島啊，嗰頭，總之南意大利嗰頭啦嘅一個小王國啦。當時意大利仲未係一個統一嘅國家嚟嘅，咁佢由意大利南部，冇記錯應該西西里島一個王國嘅革命引起嘅，咁然之後佢就強迫個即係革命叫做成功啦。咁然之後當時嗰個王國嘅國王就叫做半推半就咁樣頒布咗一部憲法，咁樣就真係變咗類似我哋所理解，即係唔係 exactly 係，但係類似我哋所理解嘅君主立憲形式咁樣嘅一個國家。咁然之後其他地方其實特別係因為當時都有頭先嚟講，就係意大利當時係即係收好多王國咁樣啦。咁而家王國嘅人見到就咦喂，好似好正喎，咁就不如我哋都一齊革命啦，咁樣就憲法咁樣，跟住就開始慢慢點燃啦。咁最尾其實延伸到去法國啦，當時仲未係同一國家嘅德國地區咧，即係嗰陣好似唔係仲叫神聖羅馬帝國，好似地已經唔係，即係已經散咗，但係仲未統一嘅德意志地區咯，可以叫做。咁然之後就係奧地利啦、匈牙利啦，甚至乎去到北歐，去到丹麥啦，跟住波蘭啊等等嘅地方，都因為呢一場1848年嘅民族之春嘅革命之火，其實係燃燒到。咁馬克思其實係喺呢度攞到佢嘅hints 嘅，即係佢喺呢度攞到佢嘅提示，就係、是、到底最尾，即係其實佢呢個革命係推翻封建主義嘅革命，佢唔係真正嘅社會主義革命嚟嘅，佢純粹係推翻咗由交紅色 B 作主導嘅嗰個封建制度，但係佢未去到要 achieve 社會主義嘅嗰個地步。咁所以馬克思就話：如果當年嘅呢一種推翻交紅色 B 嘅呢一個集體在歐洲地區爆發的集體行動可以成功到的話，那如果我們在現在這個情況下，在現在這個 situation 繼續由回這些這樣的強權歐洲歐陸地區的強權裡面的波扎斯或者甚至乎無間階級一起開始發動的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話，似乎就可以成功的，因為最主要的重點就是因為當年還是叫做歐陸或者話歐洲人嘅霸權嘅年代啦，即係你會見到無論英國啊、西班牙、荷蘭啊等等，喺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殖民地。咁然之後，佢馬克思嘅假設就係、是，如果當年1848年嘅民族之春嘅呢個革命可以重新叫做復刻，然之後喺歐洲地區可以成功 achieve 到一個社會主義嘅一個國家咁樣啦。他們那些強權的殖民地會根基，即他就會看到即根基是擺低一蚊根基的根基，不是 root 的根基
嗰啲佢哋啲殖民地見到就自然會跟機就喂我哋嗰、那個即係小牛婆都嗰度都革咗命咯喎，即係佢哋已經變咗社會主義咯。咁首先一來，如果嗰啲強權本身內部革命成功，首先佢哋嗰啲殖民地嗰啲種族已經冇撚用先啦，即係已經變咗一個虛涵啦。咁然之後第二就係佢哋會見到，咦原來強權嘅國家嘅政府都可以被推倒，形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咁我哋呢啲殖民地更加可以做到啦咁樣。咁所以佢馬克思最初嘅構想就係、是如果可以喺成個歐洲同時點起社會主義革命嘅思潮或者嘅一個戰火啦，可能唔知會唔會打仗啦，咁但係同時一齊革命嘅話咧，佢係比起單一國家咁樣做，是更加可以蔓延到全世界，而且更加可以叫做高成功率，因為其實都不包掂噶嘛，即係可能最尾頑強地在遠東咁樣，有某一個大國又進行緊抵抗之類，咁樣都很難講。咁但是咧，佢最尾其實就是有一個咁樣嘅構想啦。咁然之後，佢其實有講到到底1848年，其實最尾如果佢哋即係講 result， 雖然1848年嗰個革命咧係叫做推翻咗，佢唔係真係推翻咗君主啦，但係佢迫使到好多地方嘅王國嘅國王去即係頒布憲法，即係最起碼基本保障翻嗰啲市民嘅權利咁樣先算啦。咁但係實際上佢推翻冇推翻到個根柱，或者其實唔可以話冇推翻，係推翻唔到。所以睇你點睇啦。所以話1848年generally 大家都會 agree 佢一場失敗嘅革命嚟嘅。咁但係馬克思其實就覺得佢其實呢個唔係馬克思，呢個其實應該係炳康人自己嘅 idea。佢因為見佢喺呢講呢 part 嘅時候冇 call 到馬克思，咁但係佢就係話呢一種形式嘅世界同時革命，佢相信係會再次發生嘅咁樣。咁然之後，但係佢就唔係呢 part 講嘅，佢就係話將會在第四部的最後一章詳細說明咁樣。咁既然佢話遲啲再講，咁我哋就遲啲再講啦。咁啊，當無論係佢又好，我哋又好，都吊住大家人先。咁啊係啦。咁我哋之後就交俾唔記得邊位講啊，永續革命與階段的飛躍啊。喂，好 ，thank you 啊 ，Tommy。等我一分鐘啊，我忽緊糖。哦，慢慢啦。好啊，好啊，取消呢个骨汤计划。啊，不过其实我头先咧，我 skip 咗嗰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嗰本书入边嗰 part 嘢，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唔系睇得明，所以如果大家想补充，可以再讲，因为我自己觉得唔講呢一 part 唔算話真係好影響成個，因為其實佢係叫做辯證嘅一個環節嚟嘅，即係 skip 咗，其實講直接講 result 係都可以講得通嘅，但係我唔係好睇得明，所以我冇講到，我驚誤導大家。咁啊，但係如果另外三位 co-host 想補充嘅話，就冇人歡迎，就係咁啦。好 ，thank you Tommy， 係，我已經 ready 啦。我想講即係我覺得我同阿 Tommy 或者即係我自己都係有啲位我都係即係唔係好熟。自己不敢落太多判斷，我都是盡量跟著本書去講，但是就不是就這樣照書讀的，即是都挺有趣的，他那個即是整個 flow， 即是一直講緊一個革命或者1848年之後1848年發生了什麼事，還有之後影響了那個無論對共產主義啊社會主義啊甚至無政府主義等等的影響都幾得意，同埋都即係因為我覺得都好似啱啱可能一開始話，但係就係比較好難入手嘅，即係因為我本身第一我唔係主項讀呢類嘅嘢，同埋自己對歷史都冇個認知都唔係好深，但係即係比較可能嗰啲 part 都好，即係對我嚟講作為即係。冇乜認知嘅人，我覺得都係可以理解，同埋都講唔單止對歷史嘅理解，同埋佢亦都講得出就係究竟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嘅變社會主義變革作為即係或者無產
阶级嘅专政咧，即系毛马，即系呢一个共产主义嘅马克思共产主义嗰、那个最后嗰个历史嗰、那个嗰、那个 end station 嘅话，咁点解佢做唔到，或者即系佢中间发生咗啲咩关系咧？咁我觉得等翻呢个系，即系 at least 我作为读者睇到好，睇到好熟。虽然好多 terms 同埋好多人啊，或者啲事都要做一啲少少上网 wiki 一下，或者揾下其他嗰啲 entry 去睇下。不过 anyways 好啦，我哋开始讲我 part 即系永续革命啊，同埋阶段嘅飞跃。咁首先咧，佢一开始咧就会有一大堆咧未直接讲到咩叫永续革命同咩叫阶段嘅飞跃先嘅。咁但系美国人一开始就系讲紧呢一个即系1848年嘅世界同时革命啱啱啊 ，Tommy 有讲嗰个问题，咁佢就系讲呢个无可厚非，即系唔系无可厚非 ，sorry， 用错呢个字，即系的而且确啊，系一个世界同时嘅革命啊，但系同一时间佢都象征咗社会主义革命嘅失败。咁阿美国人佢落呢个位置，佢失败唔系在于即系反即系革命的另外一方，即是反对革命，即是不只是 anti-revolution， 而是败于民族国家主导的对抗革命。那即是我觉得这位都很有趣，就是说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或者不同革命 的失败呢，导致结果就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那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呢，就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存在呢，就变得尤其敏感。咁佢就佢阿炳安喺呢个位，佢就举咗三个系啦，三个例子，三个唔同地方嘅例子。咁佢就讲紧即系所谓革命失败或者革命之后咧，民族国家点样去做翻个主导，跟住就去弥补翻革命达唔到嘅即系想达到嘅嘢，但系最后由国家呢一个sector 或者呢一个嘅权或者呢一个嘅。嘅職結構呢個部分咧，去補充到革命本身想做到嘅嘢，咁 which is 都好即係諷刺，但係都亦都即係係啦，一個咁嘅結果。咁佢就講英國有呢一個嘅憲章運動啊 ，Chartism movement。咁我就喺個 note 嗰度就加條 link， 咁其實就係一個1838到1848年嘅一個大規模嘅英國工人。阶级嘅政治运动，就争取一啲政治嘅权利啦，有暴动啊，又开始好似系有写信定唔知写份嘢去呢个下议院，但下议院睇都冇睇就 reject 咗，之后就暴动啊咁样之如此类。咁佢都系讲一啲基本嘅政治诉求啊，即系所有男人有权投票啦，每年这个议会都要有选举啊。跟住所有嘅投票都要用呢、这、一個匿名嘅投票啊，咁樣呢啲諸如此類啲好即係基本嘅政治權利。咁但係嗰個發起嘅階級咧，就係由呢一個工人階級。咁啊，呢、这、一個就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做即係工人階級所發動嘅一個嘅運動啦。咁但係最後失敗。咁但係最後個結果咧，反而就係、是。他們所需要的要求，即當然不是全部，不是政治上的權利，但是勞動階級的要求呢，最後呢就由政府去推福利政策去填補他們 所需的要求，去處理了這個問題。這個就是英國的結果啦。另外一個炳安行這裡拉另外一個例子呢，就是法國的波拿巴，即系呢个波拿巴。咁其实我哋之前好几次，或者其实一路都不停有 loop 就有讲到睇到呢一件事，或者呢一个人。咁佢同我哋上次都好似有几次睇过圣西门主义呢样嘢嘅，即系考虑系咪有嘢补充啊？圣西门主义就系透过国家嘅力量去再分配。咁佢本身系一个。中派，咁而 Louis Bonaparte 就係聖西門主義者嚟 ，despite 佢自己就係一個復辟嘅君主啦。好，係啦，好多謝可樂嘅補充，咁就係聖西門主義就係呢一種嘅政治操作啦。咁佢想
都係去翻個位，就係、是、究竟即係所謂革命失敗咗之後，民族國家點樣去處理呢一介入呢一個嘅遺留落嚟問題或者帶起嚟嘅意識咧？咁譬如話波拿波，佢舉呢個例子就係波拿波就用國家啦去介入呢一個階級嘅矛盾，即係譬如話用國家嘅用國家的層面去推進這個產業資本主義，還有用國家的資源去解決這個勞動問題，甚至他有支援這個第一國際，就是這個我在那個 books 也有再加到一個 entry， 就是究竟這個工人活動工人運動這個1864年這個倫敦開始的，但是不僅僅倫敦這個法國啊和美國都好像有沒有看完，我沒看完整個 entry， 因為不好意思，但是就總之一樣的，即是一個都是工人階級發起的運動，那這個就是波拿巴去處理，就是用國家或者在法國上面民族國家去解決了這個革命遺留落來的問題。那同一時同一道理，其實在這個普魯士呢，這個 Bismarck 趁著這個1848年的就是革命的風潮就執了政之後呢，他都是用這個相同的邏輯去處理這個普魯士裏面的問題。那比較人想說什麼呢，他就是說即是1848年之後所謂社會主義者就他去參與這個改革或者去達至他理想的時候，他某程度他用直接或者間接的形式呢以國家的權力去參與。那這個意味了什麼呢，就是意味了我們又要再說回，就是丙可能他不停地提到那個結構，就是國家民族資本的結構呢，其實在1848年之後呢就已經形成了。那他解釋就是說，第一就是當時已經有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啦，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譬如說好像波拿巴那些聖西門主義者就會用國家的層面國家的資源去或者個力量去做財富再分配啊，做福利政策啊，另一方面都有限度對這個資本累積作為限制，而這種的方式呢，就是這個民族國家和資本這一種的結構去處理階級之間的矛盾。那在這個位置就1848年或者1848年之前去到1848年所討論的革命呢已經不再適合，而比剛才也說到就是說就是巴黎公社這件事也都是所謂1848年的革命的最後一個一道光芒，那就是革命在這個位置，就是當就是用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一流所講的革命呢，1848年那個理解呢都不能夠在那時候的社會得到一個結果，而反過來諷刺就是國家或者社會主義者就要用國家的權力去達到所謂的理想或者去解決這個問題那個階級矛盾。那這個位置下面可能就跳下去就講話恩格斯了，那就是恩格斯在1880年的一些即是他晚期的一些思想狀態，他就會說在他會說即是恩格斯就會說英國的狀態，即是那時候一般英國的狀態就是這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他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即不是最理想的，一個最可能發展到的位置。那他給的原因呢就是在馬克思逝世三年之後呢，他就說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因果關係，因為丙可能他直接擺在後面call了一句，就說恩格斯就說馬克思的理論呢原因就是他源自不深，一生人都研究這個英國經濟史和英國的狀態，所以就即我就不肯定他有沒有說所以，因為我看英文版他有沒有這樣說，他就恩格斯一句就 call 恩格斯 call 馬克思的一句，那他就完了。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但我都是跟着书讲。但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但这个位置我觉得是很因果关系的，就他比较就再加一句，就是因为1890年初期呢，就是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 SPD
咁呢個 SPD 其實到而家都係即係都仲有嘅一個 SPD， 即係喺而家喺德國啦，都仲有嘅一個政黨。喺議會開始有急速嘅發展，咁所以咧就會佢就俾阿恩格斯有呢一種嘅點講呢種投射，就希望德國咧亦都可以將會好似當時嘅英國嘅狀態咁樣。咁咩叫講成英國狀態？咁言之咧就係、是、一個發達嘅喺一個發達嘅資本經濟國家裏邊咧，要透過議會民主制去實踐社會主義嘅改革。咁並行喺呢個位就落咗個位置，就係話 OK， 其實恩格斯喺呢個位咧，已經清楚明白，即係呢一個當時嘅社會結構唔單止即係唔能夠用嗰、那個革命，第一唔可以用革命啦，或者嗰種理解革命唔能夠達到佢哋所講嘅理想啦。第二就係國家民族資本結構已經形成咗，而單單靠這個體系，這個自身的體系個裏面所存在的可能性呢，不能夠超越到這個結構裏面的東西，即不可以在國家裏面找到可以打破這個結構，即打破國家民族資本這三個環所扣起的這個超越是不能夠達到。這個就是並光行對恩格斯晚期 的詮釋啦。他其實最後有講，就是不是最後，即是他再退一步呢，或者再進一步講落去，佢就話，但其實英格斯嘅思想咧，其實就比較即係啱啱佢都講就係話，其實係直接就係用呢個議會民主制去實踐社會主義改革。咁阿炳光就會話佢就係開始會接近一種叫社會民主主義啦。咁但係當英格斯收咗工，即係逝世啦，咁就到佢嘅接班人，咁就 Bernstein。咁 Bernstein 咧，佢就係反對。其實呢個位置就輕輕大過，因為第一嗱，我都要再理身就係、是。真的不熟悉 Bernstein 他所說的反對1848年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究竟是說了什麼，因為炳煌這裡說了兩個人，就是 Bernstein 就是英格斯的 接班人，另外一個就是 Kautsky， Kautsky 說這兩個Bernstein vs Kautsky 的這個對比，就是Bernstein 就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呢、這個 Kautsky 咧就話 Bernstein 係修正主義咁樣啦，咁其實佢都係聽大過，因為我都冇乜時間去揾究竟未睇曬，其實究竟佢點解咁樣講，所以就無謂落啲即係交集太多啦。咁啊，係啦，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就係再睇下咁樣。其實我都有興趣，不過即係暫時未睇得曬 ，sorry 啊。咁咁炳煌佢個想講嘅呢個位就係咩咧？佢就係話，無論即係英國時候 Bernstein 又好，或者即係 Bernstein vs Kautsky 呢一個嘅，即係講緊呢一個位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咧？佢就話兩者其實所謂之間冇乜分別，其實都係就緊就係講緊就係通過議會民主制去達到社會變革，而再加上就係用國家嘅資源或者用國家嘅層面去干涉或者去介入呢一個資本嘅累積，然後再做一啲。財富再分配啊，福利政策啊等等嘅嘢，咁好啦。咁呢個就取咗重點、就是，就係一個中部，即係啱講咁多嘅嘅嗰個少少嘅 conclusion 啦、啊。就係、是、第一就係、喺1848年或者1848年革命嘅失敗之後咧，唔係革命嘅失敗，社會主義革命嘅失敗之後咧，得出嘅結論就係、是，即係炳煌得出嘅結論就係嗰陣時嘅嗰、那個。社會結構或者嗰個世界結構咧，就已經踏入咗國家民族資本嘅呢一個嘅體系。而另一方面咧，應該第一方面就係話喺呢個體系嘅自身裏邊嘅內在改革咧，係唔會對呢個成個結構帶來任何改變，因為佢嘅可能性已經規限咗喺佢自己裏邊。而佢哋即係國家，我哋上次或者其實好多次就不停咁提到，就係國家民族資本大家都互為影響嘅底下咧，就。在里面他真的奢望在里面任何一个 dimension 去、改变就可以带到整个，即譬如说就这样国家里面的改变或者就这样民族里面的改变，就这样反过来就这样资本上的解放都好，也都不能够带来对整个体系的一个的大的改变或者带来任何的突破就是超越了。那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民族资本咧，佢一方面系互相竞争，一方面都系互相生存。咁即系佢哋大家就系、是、
齊上齊落啊！佢哋係啊，真係齊上齊落，大家佢哋三個手足係啦，三個手足啦，咁就不過隻咁就民族資本不過係啊，就不過隻嘅咁。所以呢個結構一旦嘅呢個結構存在，一旦有變咧，如果個社會民主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變革嘅理想依靠喺呢一樣嘢裏邊咧，咁佢都會隨之消失。咁佢舉個例子，即係或者佢繼續去講翻，就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德國默默然去介入呢一個戰爭嘅時候咧 ，Bernstein 同埋 Kautsky 冇，即係佢哋兩個雖然就係即係唔啱下咧，佢最後都係支持咗。即都表態支持德國，同埋即係 AKA 就去支持國家去達至呢一個嘅所謂嘅理想嘅一個嘅手段。而佢最後即係喺呢個位置就係、是、阿炳安仔講話咁有即係去到呢一個位置，其實已經講到明就係第二國際或者發達國家裏邊嘅社會主義變革咧，去到呢一個位置，即係喺理論上面嘅發展咧就注定失敗，或者其實喺現實實質社會實況嘅實踐咧，亦都唔能夠好似革命或者嗰、那個。理想的世界都不能够不是透过那种方法出现。那我这个是过一段落，那就是说就是社会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或者英格斯的后期或者 after 1848 年之后的改变，或者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的限制，或者所謂即係國家嘅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嘅勝利啦。咁呢一個去到係我會分咗，我覺得就係開始講第二 part。咁第二 part 佢就係講就 OK。咁去到1848年或者去到1888年或者1890年啦。咁呢一啲即係啱啱講啲印加斯啊，或者有改變，或者去到一戰嘅時候。咁呢啲嘅其實已經理論上即係馬舊一套或者原本馬克思所或者馬克思主義者所討論嘅概念係唔 work 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唔係即係大家都嗰個概念框架唔係冇變到嘅。咁佢就講就係睇呢一個由呢個1904年日俄戰爭帶嚟嘅第一次俄國革命開始咧，後續馬克思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咧喺個理論上面嘅。一些基本概念部分的概念開始會轉型或者轉個 focus， 就不再轉是在這個所謂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變革，而是轉向去關注這個傳統革命運動和階級鬥爭尚存的所謂邊緣區。所謂邊緣區，咁咩叫邊緣區，同埋咩叫發達國家，同埋咩發展即係未少到咁發達嘅國家呢一種嘅 concept 咧，究竟係點樣嚟，或者係源自邊度咧？咁佢就其實係嚟自一個叫Rosa Luxemburg 嘅一個嘅女嘅哲學家啦，或者女嘅馬克思主義者啦。咁你喺呢一個位咧，就討論阿炳谷恆就想討論就係、是、後續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後續的馬克思主義怎樣轉型，在嘗試在所謂邊緣區或者這個即發達國家以外的地方找一些的希望。那他就舉了兩個人或者兩個例子，第一個就是這個 Leo Trotsky 不知道怎麼讀，就是 Trotsky Leon 德文是德米唔知喎，我唔係佢，因為佢我就因為我睇德文嗰啲，佢係 Leo Trotsky 啊，跟住佢俄文係唔知 Lev， 誒，我唔係我哋 Lev Davidovich， 係咯，係咯，但係英文係 Leon， OK， 係啊，英文係喎，呢個英文係 Leon 咯 ，OK， 喂，咁總之就係托洛斯基嘅托派嘅始祖，托派嘅始祖啦。啲永清都曾經係嘅。我諗起即係佢嗰個睇佢嗰個咩哲學咩啊？哲學遊記唔係午夜廣場係嘛？佢講個托佢自己早期左派青年嘅經歷。係咯，佢嗰一堆人全部都已經唔再係嗰家嘢。係啊。喂，我即咁托洛斯基，A 托洛斯基啦，咁 B 就係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咁啱啱我講就係話，或者唔係我講 ，sorry， 啱啱我講呢個秉公行講嘅邊緣區或者嗰、那個所謂核心區咧，其實就係盧森堡，即係 Luxemburg 去提出嘅修改咗馬克思理論部分概念嘅一啲嘅嘅一個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佢其中一個啊，秉公行呢本書有提到就係以前個傳統馬克思主義就會覺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呢就是依附住即係嗰個條件咧，就係要資本主義最發達的時候。咁呢一個就係、是、咁，當然佢處理緊就係講緊資本累積的核心區。咁什麼叫資本主義嘅資本累積核心區咧？就係、是、就係、是、發達國家啦。咁佢哋個資本累積的來源係嗰種核心區喺邊度咧？就係、是、單靠依靠去掠奪邊緣區的資本或者資源去維持的一個嘅關係。咁這個就是 Luxemburg 的其中一個理論的一部分啦。咁佢亦都這個佢就有個主角就係話佢本身佢個出身就係嚟自嗰陣時候仲隸屬於俄羅斯帝國的波蘭。咁佢經歷過第一次俄國革命咧，就開始思考咁邊緣區的革命的可能性或者嗰個嘅意義。咁啱我阿 Luxemburg 嗰個理解就係、是、咁核心區既然係嗰個資本係依靠個條件就係、是、即係核心區嘅維持嗰個條件咧，就係、是、依靠呢個邊緣區嘅掠奪邊緣區嘅話咧，咁邊緣區嘅嚟自邊緣區嘅革命咧，就會附有一個就會好有嘅積極嘅意義，就係、是、單就係、是、邊緣區如果發生革命咧，就唔單單會。一方面為核心區裏面會帶嚟革命啦，亦都可以直接對資本累積，即係對核心發達國家嘅嗰個經濟結構會直接帶嚟一個直接嘅衝擊。咁呢個就係 Luxemburg 去改進咗或者修正咗馬克思理論部分概念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呢個再推去另外一個位咧，就係講，比如可能就係提呢一個托派，即係托派嘅始祖就係托洛斯基。咁佢想講托洛斯基就係托洛斯基嘅永續革命理論。咁托洛斯基就係為呢、這、一個永續革命理論咧，去嘗試就係、是、佢提出一個理論就係話由呢一、這個歷史嘅進程就係由呢、這、一個係咪由呢個資本？我睇一次先，係咪由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嘅過渡過渡問題？就睇翻呢一個。系佢话啲历史嘅进程咧有一个必然性，就系由呢、這、一个democracy 之后走去呢、這个socialism 或者 socialist revolution， 呢个系一个历史嘅必然嘅。而第二咧就系、是、会通过即系呢个系第一个佢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部分啦。嗰、那个永续革命论嘅部分，第二部分咧佢就系话會有一系列不同社會經濟上面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是必定會帶來一種不平等的過程。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所謂永續革命的理論的第二 part。 第三 part 就是這個社會主義革命會有這個國際性的特性，即是它會不只是單一國家所發生的事，而是會以一個民族所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呢，其實只是這個革命的起步，就是它必定會走向這個國際性的一個結果的。這個就是三個不可被分開的一個永續革命理論的一個部分。這個是托派的永續革命理論， OK， 這個是一部分，大家要記住這個部分。但是這種理論，即是托洛斯基這種理論是怎樣來的呢？其實就是來自馬克思早期的一些手稿。去到呢個位咧，阿炳寒又跳啦。咁佢就有講咧，就係炳咁究竟馬克思嘅本身佢講緊民族革命理論，究竟係討論緊啲乜嘢咧？咁
咁佢就開始講一八四八年嘅馬克思其實係可以拍套戲嘅，就咁講呢樣嘢係咁喺度跳嚟跳去跳嚟跳去。O K， 咁我繼續。係。馬克思 Cinematic Universe。嗰啲馬克思前傳啊，一開始拍一二三部曲，之後就拍翻前傳啦，就一招連馬克思。真係。但是啱啱你讲卢森堡呢，其实我想即再补充一下，就是他其实很惨，他最后是被啲社民主义者 KO， 被社民主义者杀死。嗯，系，我呢个都是其实一个，即他是有啲夹在中间的人，即他一方面是反对列宁式的那种举国体制。但另一方面，他亦都是反對 social democrat 的，我哋今天覺得是 social democrat 就是和李飛、黃絲、劉小麗咁樣，但係其實係其實喺歷史上面都 commit 過一些血腥的罪行。嗯，因為 Rosa Luxemburg 係最尾好慘噶，佢真係俾人暗殺，跟住然後掉咗落河度。係掉落河，好慘。唔係，佢真係波蘭。即係佢又係嗰啲身份政治嘅，即係既係波蘭人，亦都好認同波蘭文化，但係又 critical 咁樣。好，同埋佢嗰個邊緣革命咧，我諗起一套戲就係《In Time》，就係2011年，即係喺華爾街之後，佔領華爾街之後咧，咁。一套美國的片咧，佢就係講啲人用時間作為貨幣，咁然後有啲窮人就冇時間就死咗啦。咁然後但係其實佢有個空間面向，就係個主角要由邊緣一路打到去中心，所以其實呢個都好回應到盧森堡嘅嗰個邊緣區嘅革命呢樣嘢。嗯，其實我睇你啱啱補嗰條 link in time。好，好多謝阿可樂嘅補充，我繼續講埋落去先。因為其實我等先睇埋先，係啦，係啦，啱啱講緊托派，唔係托派，呢一個托洛斯基嘅永續革命 ，sorry， 已經講完啦，係講緊馬克思嘅本身嘅永續革命理論。同埋啱啱我哋不停咁講緊屋企嘅，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可以我哋嗰個 icon 上面有條 link 嘅，咁其實係就可以睇到我哋嗰個屋企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補充資料或者啲 link， 咁大家可以有興趣可以撳去睇。好，咁啊講翻馬克思本身佢當初對永續革命嘅理論。的理解，咁其實馬克思咧一開始就好，佢開始原來佢有認同到呢個布朗基主義，咁布朗基就係係咪佢就係嗰、那個其中一個巴黎公社嘅領導人啦，咁佢布朗基主義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其中一個同key concept 就係、是、革命或者呢、這、一個革命嘅領導嘅位置，就係、是、由一啲少數嘅精英部隊去組成，而我記錯都係布朗基主義，佢嗰個革命嘅完咗之後，即係革命完咗之後執政，咁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就係去到無產階級專政，咁但係布朗基主義就係、是、要呢、這、一個都係由呢、這、一個少數嘅精英或者呢、這、一個革命政府嘅領導，咁呢個就俾咗一個即係同馬克思主義或者即係。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有不同的位置，但是馬克思也有認同這個位置，這個是挺有趣的一個主角，而他同時間也同意就是要由資產階級革命開始先，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德國的產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條件都未發展得很好，所以他就會有這個思想。阿炳公行就 call 了一段仔，就是馬克思他自己兩年之後呢去反對翻佢呢一種認同呢個布朗基主義或者呢、這、一個呢一種想法，即係由呢、這、一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作為起端開端嘅呢一種思想。
咁佢又 call 到一段啦，咁佢就，但系佢最主要佢想讲嘅就系话，马克思佢本身佢就系认为即系，或者佢有讲就系话，佢自己好罩忌或者好留意到就系呢个无产阶级嘅，即系嗰个无产阶级意见就系即系时上时落，而我睇翻佢个中文版点译先。系啦，佢话一向反对无产阶级嘅反复无常嘅意见，佢就话因为无产阶级有个事实就系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咧，佢推行嘅唔系直接系无产阶级嘅措施，而系小资产阶级嘅措施。咁原因佢又讲到就系，佢话法国嘅无产阶级去到最后就系由农民同埋小资产者一齐去取得政权，所以推行嘅就唔系属于无产阶级嘅措施，而系变成属于佢哋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嘅措施。咁佢呢一个就系有讲，所以佢呢个佢就好啊保留，就系讲紧所谓历史阶段嘅跨越啊，或者由边一个位，即系嗰个革命嘅进程系应该由呢一个民主运动开始，或者走去呢一个社会主义嘅终点。即系呢啲嘅所谓即系历史个进程嗰个过程系点样，佢就好有保留。呢个系即系好似香港咁咯，明明系穷人都觉得自己系中产噶嘛，一系全民中产嘅。就香港系咪？有冇人会话自己？但系唔系个个都话自己系穷人。其实要 identify 自己系穷人系好难嘅一件事，好难个心理包袱其实好高，即系做黑衣仲难过，即系黑食仲难过，唔揾嘢做嘅。之前我有个社会学嘅long project 咁样，咁然后就系要喺巴黎嗰度咧就調查同埋研究啲無家者、露宿者嘅狀態啦，咁就去咗揾啲即係露宿者啦，就去做即係訪問去傾偈，咁發現咧有一個insight 咧，有個 finding 咧，就係佢哋好罩忌咧，即係如果一開波就同你講就話啊，我哋想講下關於即係無家者、露宿者嘅狀況咁樣，咁佢哋咧就會好反感啊，就係因為佢哋就覺得好似被即係認定咗 identify 咗做一個即係無家者咁樣，因為始終係一個 taboo， 咁所以呢一種即係關於一個身份啊，或者關於一個認同啊，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被施加上去嘅一個標籤嚟嘅。咁呢樣嘢係有啲有趣。尤其是政府都有份去推啊嘛，即係佢視你為未上車嘅一族，即係你凡唔係供緊樓嘅人，佢就話你係等上車，但是他不 regard 你是根本不可能上車，甚至現在是特意降低個按揭，然後就說我便利一些市民上車，但其實是自己泵緊一個很大的洞。是啊，同埋他是 assume 了這個是這個一個 norm， 一個規範的行為，上車這個是自業的，只在香港的 context。啱啊！即系香港嘅问题上车，我谂我都讲咗好耐，我就直接快立埋个尾，咁我就可以交俾阿康乐去讲呢一个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因為其實我老實講，我真的不是很多補充，或者自己個人的見解或者補充，我都是跟住條脈落去摸出嚟，所以就我繼續去講埋先，咁就直接交俾阿康樂。咁去到呢個位就係係啦，呢個就係馬克思，即係佢自己個人對即係否定，即係呢個係啦，呢個就係講緊馬克思自己否定咗自己永續革命理論嘅嘢。咁係咧啊。这个托洛斯基就将马克思自己否定的东西拿回出来，就认为呢这个革命是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最激烈的地方爆发，而在这个跨越的这个 exactly 就是跨越去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虽然丙哥恒就是说托洛斯基的
并咗革命论，虽然系嚟自马克思，但其实马克思佢自己反对，所以你实质上咧就系用马克思嘅思想去挑战翻马克思本身嗰、那个即系用马克思嘅思想挑战马克思主义嘅一个过程。咁呢一个就系民族革命嘅同埋即系嗰个拍制民族革命同埋。階段或者歷即係階段飛揚嘅呢一個嘅嗰個 concept 嘅解釋啦，或者個來源。咁去到呢一個位咧，之後佢就繼續講，就係講呢一個我國革命之後即係呢一個所謂喺俄羅斯出現嘅呢一個政變，點樣用呢一個跨越或者呢個必然性作為一個理由去或者不斷革命啦嘅。这个理论基础呢去justify 他就是托洛斯基和列宁 的政变啦。他就是讲交代背景，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候呢，俄国开始就是都就是输了，就结果就是帝制被推翻，开始有议会，但同一时有议会的时间呢，同一时间也都有这个工人农民的协会，就是 Sofia 就是苏维埃啦。有呢樣嘢，咁喺呢個狀態就變成咗，即係權力就出現咗雙重，即係就會出現咗議會同埋工人同埋協會兩種唔同嘅重疊咗嘅權力。咁但係無論即係個政治現實咧，就係無論議會定係協會裏邊咧，呢一個社會民主勞動黨同埋社會革命黨都係主流，即係呢一個Menshevik 呢一個萬。甚維克萬甚維克，同埋呢個係主流。咁好，萬甚維克本身個字係咪就係解 majority 好似係？係啊。跟住托，但係即係呢個社會民主勞動黨咧，就嘅呢一個 Bolshevik 呢一個波爾甚維克咧，即係 minority 啦，咁即係少數，咁即係加啲個就係有即係。民主勞動黨同埋社會革命黨就係主流啦，另外一個就係呢一個少數派。咁去到十月咧，就托洛斯基同埋列寧咧就唔理其他蘇維埃嘅幹部，除咗史大林之外咧嘅反對咧，就發動政變。咁、那個名義咧、那個 slogan 咧就係、是、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咁但係實質上咧，即係佢 slogan 係咁樣叫，但實質上咧就係、是取消咗議會啦，亦都同時間將其他黨派驅逐咗出。蘇維埃，咁自此之後咧，議會就名義上面啊，唔係即係名義上面存在，議會名義上面存在，但係實質上咧就係由呢、這、一個所謂呢、這、一個布爾什維克，即係呢個少數派去專政。咁喺呢個時候，佢哋就幾多呢、這個歐洲世界？糾正少少啊，布爾什維克係多數派，哦係咩？什維克先係少數派。哦 ，no， 好。曼什維克是由馬爾托夫領導的。等等，是的，是的，是的，sorry， 搞，調轉了。好，這個這樣的過程，就是他講過歷史的過程，但是最後他們期待了世界革命會在外國之後發生，但是沒有發生到。咁呢個位就係調翻轉頭，就係我記得佢有講總之佢之後佢就講到就係話啊，之後有海外嘅即係其他國家嘅干涉啦，同埋侵略啦。咁為咗保護革命嘅進行咧，咁就重新就去重建翻強而有力嘅一個國家機器。咁亦都最後都令至呢個蘇維埃就變成一個黨國家官僚嘅專制統治。我覺得呢一 part 呢一部分即係為了保護革命而夾硬去，即係唔係夾硬去從另去執翻舊有俄國王朝留低嘅國家機器，之後令到國家繼續現成或者 bureaucracy 繼續喺度嘅時候，我記得上次我哋個 part 都有講到，即係國家點樣去流傳喺即係或者嗰、那個官僚體制點樣去流傳喺，即係經過唔同嘅權力轉變都好，都作為一個即係。part of 呢個 system 留喺度，係啊，甚至用宗教，即係例如用翻東正教
去作為嗰個意識形態機器，咁中國就抄唔到啦，咁樣即係有一排想嘗試用瑜伽咁樣，又唔係 work。缺乏祭師啊，因為即係佢爭啲祭師，即係其實祭師又同公務員係差唔多噶嘛，即係大家唔會覺得個教會係哇好專制黨國兩段啊咁樣，其實個體制係差。啊，唔係啊，我哋而家都有個聖管嘅議員，聖公會嘅事，聖道尋。係啊，我哋宗教合一啦，我哋係反李氏體，reverse 李氏體。呢個 theocracy 啊，呢個就係 theocracy 點樣行，即係繼續殘留喺呢一個，或者即係所謂即係你要為咗革命，但係某程度上你就繼又要攞翻執翻起你當初反對嘅國家機器，跟住就變翻做繼續黨國嘅一個官僚專制統治。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如果所謂政權嘅結果。同埋你一個號稱無回神論嘅政權。都是要萬國來朝，萬佛朝宗咁樣。即係我記得林鄭一上台整咗個六教合一嘅大會係。哦，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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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咯，即係其實基本上都係手段，而宗教是一個很好的手段，因為其實我覺得不叫殘留，即是根本就是手到拿來的 actively 的利益。你看台灣那些即那些黑金政治啊，即地區的地方派系的勢力，很多都是依靠那些公廟啊，即不同的即民族信仰的一些中心廟宇啊，那去到動員或者去到即介入他們本身的社區，從而就有個即同一個政治和不同的那些黑道的派系互相有勾結。之前那個陳柏惟，他那個罷免案都是很多討論的嘛，是啊，因為他們黑金政治是地嗰啲鄉鎮投票咧，你係要佢會拎住個觀音，即係媽祖去，即係你要喺媽祖面前話你會投佢一票咁嘅。所以好使好用，大家可以抄低錄事啊。S 我哋會執政，係我哋 S 我哋執政。冇啦，我呢啲小流浪性交轉運就有我份。好，我讲完未先，我压太多时间。院士去到最后，即系 conclusion 咧，阿炳今日想讲就系话 ，OK， 即系不断革命历史嘅跨越，虽然 justify， 但系最后都失败告终，而社会主义者变咗掌握权力嘅，但系就做咗资产阶级本身应该做嘅嘢，而佢另一方面就系、是。他們陷入了必須要代替絕對皇權而實施一些即這些所謂資產階級應該做的事情。他有說到就是說我這個位置後面有一段類似就是說他之前也有類似討論過的，就是他說 bureaucracy 就是官僚體制一個位置，另外一個位置就是他有說就是所謂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的來臨，就是他有說到就是說絕對皇權一開始就是歐洲啦，不要說一開始啦，歐洲的絕對皇權就鎮壓或者去打那些封建貴族，之後將所有人變成那個教母式，就是變成 B 了，是啦 B 的嘛，之後就是一王之下這樣的，即是全部都是臣民啦，咁就做咗民族統一性。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同時間就係對舊有嘅農奴體瓦解，同埋奪取佢哋呢裏邊嘅資源去建立呢個資本主義經濟。咁但係呢個就係馬克思講嘅原始累積，而佢講嘅就係話，即係覺得佢講嗰個歷史遺留落嚟，或者嗰個交互式轉變嗰個基礎就係、是。
所謂資產階級發出用暴力革命去打倒絕對皇權，佢建立出嚟嘅資本主義經濟，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基於當初絕對皇權打壓呢、這個封建貴族，跟住即係加上式 B 所剩低出嚟嘅資本主義經濟所殘留落嚟一個嘅過程。咁呢個就係佢有輕大再大一大個就係嗰個問題，即係佢到最後就係話 OK 呢一個最後因為第一就係個資產，即係呢個咁嘅邊際邊緣區啦，邊緣區最後就變成落入咗呢個殖民體制之外，即係冇主權。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就保存咗部族性裏邊嘅獨立啦，咁就冇一個冇民族嘅統一性。咁西方就繼續去利用呢個分裂去實踐殖民地化。咁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邊一個即係個邊緣區點邊一個係承擔民族獨立、打破封建體制而實現工業化任務咧？咁唯有就剩得翻呢個社會主義者。咁所以社會主義者就喺呢個情況下被逼咧去完成絕對皇權同埋資產階級應該去完成嘅使命。咁所以，但係某程度上，社會主義者佢所批評嘅就係佢自己稱為嘅社會主義，因為佢一方面就係做咗啲唔屬於佢應該完成嘅工作啦，而另一方面就係佢啱啱有講到就係不斷革命。嗯，呢樣嘢唔係我跟開，呢樣嘢唔係我跟開。咁呢個係第一啦，即係唔係佢自己嗰、那個社會主義者本身個理念個問題。第二就係不斷革命同埋階段性跨越嘅呢個概念兩個嘅問題。咁呢個就係並我行落嘅判斷啦。而我自己係有少少一頭霧水，因為我自己真係唔係好熟悉，所以想同大家講聲抱歉，希望之後可以有啲補充啦。咁就我就交俾阿康樂繼續去講呢個法西斯主義嘅問題。好啊，唔該曬 Andrew。咁咧喺講法西斯主義問題呢 part 之前咧，其實即係啱啱 Andrew 講，想補充一下啱啱 Andrew 講過即係德國嗰個社會民主黨咧，咁佢《並國行》書裏面都有提到，就係佢喺1890年咧，就係開始係即係發圍啦，咁然後就即係將社會民主嘅路線就喺德國嗰度即係嘗試實行。咁其實有少少嘅即係 detail 即係就可以補充嘅。咁點解係1890年咧？咁而當時嘅社會民主黨啊，或者當時嘅一個即係叫做工人黨啦，咁係點樣由一個即係邊緣嘅政黨啊，慢慢變成一個即係叫做有即係一定嘅實力、一定影響力嘅一個政黨咧？喺當時嘅即係德國意志帝國底下，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呢個1871年啦，呢個德意志帝國即係成立咗之後咧，其實本來嘅嗰個選舉裏面咧，即係社會民主黨或者當時嘅工人黨咧，係即係非常之邊緣嘅小黨啦。佢攞嘅票咧係2%啦，即係成個德國當時嘅德意志帝國裏面2%嘅票啦。咁而但係去到咧，即係1912年嘅時候咧，就會見到突然間咧爆到去35%，即係差唔多係即係三分之一嘅票咧，都係去咗呢、這個即係社會民主黨度。咁點解呢種即係呢個 social democracy 或者 social democrat 嘅呢個路線係咁成功咧？咁其實同當時啊成個即係嗰個國家力量嘅干預咧，其實好大嘅關係啊。咁如果睇翻即係歷史嘅研究咧，咁其實會知道當時係1871年啦。咁佢哋啱啱開始有呢、這個即係選舉啊，國會嘅選舉啦，咁地區嘅選舉啦。咁佢哋嘅嗰個 turnout rate 其實係低50%啫。咁即係話咧，本來個選舉制度都係有好多嘅門檻啦，就係、是、啊某啲嘅階層、某啲嘅即係羣體咧，咁其實冇得投票嘅。咁而佢哋本身嗰個投票嘅嗰個比率咧，其實都係得一半嘅，得50%，得呢個係50%。咁但係去到慢慢即係見到個選舉制度開始去到即係叫做進化啦，叫更加去到即係。改革的時候咧，咁去到呢個1912年咧，即係20世紀初咧，已經有85%嘅投票率啦。咁而且係嗰個投票年齡咧都係降低咗。咁所以呢一個即係社會民主黨咧，其實就食住呢個大勢啦。咁就將本身唔係嗰個即係選民嘅基數裏面嘅人咧，嘅德國嘅國民啦，咁就即係吸納到佢哋嘅支持者陣營裏面。咁而另一個方面咧，就係、是、我哋見到當時啊，即係德意志帝國喺呢一個Bismarck 嘅呢個統治即係治理之下咧，咁其實係實施過一個叫做反社會黨
的法律的，那么 Anti-Socialist Law 就是1878年的时候到1889年12年间就实施了，基本上就是将这个社会民主党就是定为非法的组织，然后又不让他参选，不让他活动诸如此类。但是呢去到188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反社会党人的法律就取消了，就因为个国会个议会就不再、就是、renew 这条法律。所以个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可以、就是、发达了，就是大茶饭了。周围全国各地不同的、就是邦啊，唔同嘅即系城市啊，都会有开始嘅分布啊。然后嗰个即系吓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咧，就喺度做佢嘅呢个选举 campaign 啦。咁啊，嗰个结果咧就系去到1914年嘅时候咧，成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实系会员超过100万啦。咁啊，非常之大嘅一个势力啦。咁呢样嘢其实可以喺嗰个即系录史里面啦，都有 keep 咗张即系图表，就系、是。说明了这个、就是、社会民主党有个创党，就是这位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慢慢怎样去到不断扩大，直到去到威玛共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仍然是在那个政坛上面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这件事其实就是、就是、一些的、就是、历史的资料，其实都是想去到解释回，或者想去到、就是、补充回那个、就是、社会民主的路线，或者叫做改良主义的路线是怎样慢慢在西欧的一个、就是逐渐民主的整体里面就去到、就是得到它的发展。所以其实都是看到例如正话好像 Andrew 所说的、就是、Bernstein、那些这样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就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实他们在选举里面其实是很大的成功的。同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英国都有，英国有废边社，有、就是、不同种类的、就是、socialist的組織。而这个、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其实都有一个、就是、特别的位置、得意的位置，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1912年的个选举那个、就是结果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按住他们阶级去划分，看到其实大概有一半 的、就是、投票给他们的选民其实 是工人阶级，然后另一半有 45% 的选民是35% 的选民其实是中产阶级的。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很有趣，就是看到、本来 是叫做一个工人阶级，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个政党，就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然后慢慢去到即扩大它的、选举参与的时候，政治参与的时候，其实是不断向中间去到、就是靠拢的，就是会看到不断是有一些争取一些、本身不是蓝领阶层的群体的支持，亦都是不再限于他本身的一个叫做、就是新教，主要是新教徒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亦都有吸到一些天主教徒在就是投给他们这个政党。我们看到整个即很宏观、很概括地看，就是社会民主的路线，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是一个就是、叫做先进工业国、民主工业国里面的、的适应的程度，其实是可以去到一个就是这样的的状况。这里就是又回到正话 Andrew 他最后所说的、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在资本累积的核心区域，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发达国家里面，他们有他们、社会主义的一些路线，在议会里面、做改良、做改革。而有另一个情景就是说在一些被殖民的国家、一些后进的国家，他们很多时候社会主义的實踐，社會主義運動就會跟一個叫做反殖或者反國家、反資本的一個運動互相結合在一起。這個也是並公行在這一部分，就是法西斯主義問題這個、就是章節裡面去想處理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說、社會主義和一個國族主義的結合，還有、就是、叫做同樣是、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或者是這個、近親，即是無政府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兩者的一個親近性，這些都是迪谷恆想探討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有兩個大的難題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我們早幾集都講過的、就是、關於國族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國族主義的挑戰和國族主義的一個、就是、冒起的時候，怎樣去進入一個、就是、手足無措兩難的局面。因為我們知道同一時間、馬克思他自己會說、這個就是、工人無祖國、這個要、就是、
不同國家裏面的無產階級都要有團結，然後就即係、就是、世界同時革命。咁但係另一方面基本上過了一個即係一八四八年的人民之春之後，咁克斯就會有個轉向，就係、是、佢覺得某些情景之下某些地方民族主義可以作為一個解放的手段，是將一些本身被壓迫、被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啊、或者是一個叫做貝爾喬瓦的階級去到、就是、壓迫的地方的有些無產階級呢，他們可以通過民族鬥爭、民族主義的鬥爭去到解放他們自己，然後再去到、在那個、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一個基礎之下的思想，就去到嘗試去到向社會主義邁進。這個就是國族對馬克思主義的難題。而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另一個難題就是國家的力量。我們之前也有提過，就是關於就是例如是勒沙勒或者是聖西門主義啊，這樣不同種類比較相對上是依靠著國家力量去到就是實行一個社會主義改革或者經濟改革的一種進路。咁呢個時候咧，就係、是、有一個大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知道通過，如果我哋見到嗰啲，即係我哋見到唔同嘅即係社會主義者啊，有啲流派啦，佢哋想通過國家去到駕馭資本主義啊，咁即係話掌握咗，即係無產階級掌握咗國家力量啦，然後就去到重新去實施一啲即係經濟嘅安排啊、經濟嘅制度啊，然後去到即係彌補翻或者去到嘗試去到克制翻資本主義帶嚟嘅問題，咁啊，從而去實踐一個比較平等啊嘅財富分配啊，一啲即係即係社會主義或者係共產主義裏面嘅一啲願景啦，可以話。咁呢一種透過國家力量去到控制住資本嘅進度咧，咁嗰、那個系譜咧，如果 trace 翻成個即係發展嘅脈絡，其實我哋可以見到有一個即係恩格斯啊，佢去到列寧啊，去到托斯基啊，去到呢個斯大林，其實都係一脈相承嘅，即係都係嘗試，即係會話係用即係一個叫先鋒黨嘅形式啦，然後去到取得呢個政權，咁然後再去到有國家力量啦，去到實施一啲社會主義嘅政策嚇。咁呢一個進度咧，其實係見到係歷史上面我哋見到非常之大嘅失敗啦，好大嘅挫折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始終係存在嘅嘛，即係呢樣嘢其實係透過國家力量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誘惑嚟嘅，即係好想可以透過掌握一時嘅政治權力啦，咁然後就達到一個翻天覆地嘅社會經濟變革。咁另一方面我哋知道呢啲係即係曾經有人即係有社會主義者去到嘗試過嘅進度啦。咁而另一個即係角度去睇嘅話咧，其實係世界上另一啲地方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叫做社會主義同埋國族主義結合嘅運動出現。咁而多數喺啲咩嘅地方咧，咁我哋就會見到喺世界系統啦，成個即係世界嘅經濟政治嘅秩序嘅一啲邊陲嘅地方咧，咁我哋會見到一啲反殖嘅民族解放運動啦，咁啊出現啦，咁好多時候咧都係將左翼或者係叫做社會主義嘅理念啦，結合埋一個國族嘅情感啦，咁然後就去到即係做一個反抗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啱啱 Andrew 完結之前咧，佢想講到嘅嗰、那個即係殖民地體制之下咧，嗰啲嘅社會主義者就扮演咗嗰、那個即係推動國族獨立啊、破除舊有封建體制啊，同埋工業化嘅一個任務。咁呢一啲嘅即係具體嘅例子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好多嘅，例如係話近嘅有呢一個越南啦，呢、這個即係胡志明領導底下嘅即係越南啦嘅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啦，咁又係透過民族主義啦，同埋即係反美啊、反殖啊、反法嘅民族主義結合一個社會主義理想，咁啊變成一個即係意識形態。咁啊，再遠啲嘅有阿爾及利亞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出名一個即係思想家法農啊嘅一個 Franz Fanon 嘅即係可以話嘅國家啦咁樣。咁佢即係Fanon都係一個即係著名嘅即係左翼嘅一個即係思想家嚇，一個革命家咁樣。咁佢同時亦都係即係講緊一個即係有民族主義嘅傾向嘅咁。而我哋見到，即係話民族主義或者國族主義啦，同埋社會主義嘅結盟咧，其實就正正係喺呢啲叫做
反殖的狀況之下，或者是一些講緊民族解放的運動裏面是體現到的。那我們講緊即係嗰個所謂的世界系統的邊緣啦，嘅邊陲啦，其實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我哋做幾集，甚至是講緊應該係講緊資本啊，做緊國家的時候，你已經有講到一個即係叫做世界系統理論的世界體系理論啊 ，sorry， 世界體系理論的一個講法啦。咁其實就是一個叫做馬克思嘅或者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的框架分析框架，咁就係講緊將世界上面唔同的即係國家咁咧，就係、是、classify 做即係三個唔同的層次啦，三個唔同等級啦。一個就是核心啦，一個就係即係邊陲啊，同埋呢一個即係半邊陲的一個嘅即係。分類咁，然後就係講緊核心嘅國家核心嘅啲先進工業國就會透過資本啊，透過政治力量去到即係剝削一啲即係叫做邊陲同埋半邊陲嘅地方。咁有興趣就可以撳翻去錄視啦，咁去睇翻我哋早幾個禮拜前講過嘅一個世界體系理論。咁啊，我哋同時咧，呢一個社會主義同國族主義結合嘅一個。現象不是純粹是在一些邊陲的地方反殖的地方才會出現的，原來在先進國家先進工業國家也都有出現一些叫做、國族主義溝埋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一個很明顯很強烈的例子就是法西斯主義，就是納粹政權、德國的納粹政權、意大利這個的法西斯政權，這些都是在、即叫做即歐洲西歐的一個工業國家出現了這種這樣的結論，兩種勞動帶來自由，是的，這個 Arbeit macht frei， 就是一個直情是的，就是一個將社會主義的一個的風格的修辭就帶入了一個就是他們的政治壓迫裡面。黎澤克都有講過納粹的很多image， 即係佢哋嗰陣時好多 propaganda， 其實係挪用咗好多勞工嘅形象去推行，所以其實係佢哋嗰種國家社會主義係令到人向往一種即係團結同埋都有指向一啲解放嘅想像咯，即係當然最尾係一個背叛啦，但係即係佢係挪用好多工人嘅。的形象和即那些工人健美啊或者身體他那個即那個指向的對象呢就會是變成一個即叫做以種族為基礎的那個想像，即他們會是說的是阿里安人、啊、即爾曼人純正血統的人，那個解放的想像就是對於他們一個叫做超人一個superior 的民族的解放，而那種解放是會將其他的人其他族群是置在一個、就是、壓迫的一個鏈上面。但是、那個就是、用工人的形象其實是非常之明顯的，就是正如我們看到他現在、就是、流傳下來的、就是、poster 畫作、啊、甚至是說電影、啊、其實都是很歌頌那些集體歌頌勞動歌頌那種、啊勤奮勤勉的一種氣息，這些都是、就是、納粹政權去到運用 的符號或者的象徵，其實 是很成功的，因為它是將一個它幫那個意識形態塑造了一個很強大的魅力，它是吸引一些對於資本的壓制和對於一個、就是國家的壓制都很不滿的一班人去到即係 allure 去一個叫做國族的想像裏面，所以就係話呢一種、叫做在先進工業國出現的國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盟，其實是嘗試用一個國族，即係話想像的共同體的力量去到超越資本和國家的雙重潛制。咁呢一個資本和國家雙重潛制其實最明顯，或者資本和國家結盟嘅一個例子就係、是、即係一個叫做自由帝國主義啊，或者自由式嘅帝國啊，就係講緊例如係即係英美啊咁樣一啲嘅有帝國主義特徵嘅政體咁樣。咁所以話即係法西斯主義啊，或者係納粹即係國家社會主義嘅。那個魅力、啊、對於、就是工人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的魅力，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叫做
即解決的辦法，即這個當然是即他們對猶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他是嘗試，即用比較強的講法，就是說法西斯就是嘗試或者宣稱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此時此地就得到解決的，就是說即他是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道德或者一個、即情感上面的號召，就是建立他自己的政權的合法性。而系咯，即系呢一个比较行咧，亦都系佢提到一点啦，就系、佢引用呢一个 Ernst Bloch 嘅讲法，就系话纳粹之所以咁成功咧，就系、因为佢可以唤起同埋动员到嗰啲喺资本主义合理性之中被压抑嘅古老元素，亦即系话一啲对于即系好浪漫主义式嘅民族嘅想象啊，一个即系嗰啲血统论啊，讲紧系一啲即系传统啊、美德啊、纪律啊嗰啲咁样嘅一啲。就是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它挪用了一些元素，就变成将它转换成为一个对当代一个澎湃很狂热政治运动的一个情感。其实最近的例子就是现在还在上映的三岛由纪夫最后思辨那套戏，就是三岛由纪夫基本上就是一个法西斯点心纸，首先他自己你什麼都 check 到你、肌肉 check， 跟住有這個浪漫化日本傳統 check， 跟住嘗試去突破國族和資本的壓迫 check， 即是 他其實想重新建立一種以天皇為首 的日本民族 的身份，還有是他去跟東大那些左翼學生去辯論，其實想跟他們在反美的那個項目上面，就是希望 lure 他們過來，拉攏他們過來一起反美。那 which 反美這件事是在當時的日本是個個都就是個是不會不反的嘛，就是 日本至今仍然在沖繩是有個軍事基地的。但是個問題就是說你反來做什麼先？如果你反來是想重啟戰爭，要 make Japan great again 的，那固然人民就不會買帳啦。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咦，其實他這一種國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去成為而嘗試去突出的這一種這樣的、混合體，其實是極大的吸引力，就是 throughout the time， 而三島由紀夫他正正是一個文學家，就更加顯示了他是一個情感的，是一個所以是一定要練肌肉，你明白嗎？即法西斯是一定要練肌肉， 是一個情感的、感官上面 的美學上面的吸引。三島由紀夫他是他的肌肉呢，是他成年之後，即是他真的不知道三十幾歲那些才能開始練，他小時候臭生的時候是勁瘦，即是對自己很沒有自信，對自己的身體是很有疑惑的，但他最後就是因為那種整個他的政治觀，他的即哲學觀的思想是練成一體的時候，就將他那種對力量的崇拜就是即係投射喺身體上面，咁開始就做 gym 啊，瘋狂練大隻啦。佢唔係話佢支持，佢話咩嘛？佢話佢支持暴力咁。誒，佢唔係支持，佢話佢唔否定暴力，佢話佢唔會完全否定暴力，所以佢話佢練咁大隻，因為隨時會有人暗殺或者打交啊嘛。所以就係男人出門口有七個女，有七個敵人啊嘛。我哋唔好咁衰啦，即係我自己想話。即 you can tell a fascist when you see one， 即亦都有時我會認為即有即點講咧，即我好似有一種反轉再反轉嘅狀態，係有一啲人話左膠將所有嘢都講係法西斯咁樣，即好似亂扣法西斯帽子 ，which 我會覺得係有一個有一個一定程度上面。的 accuracy 就是说是很容易会 spot 到一些法西斯倾向，但是也都不要因为这样，即不要因为被人怕说你乱扣帽子，而当你见到法西斯的时候不去 call them out， 因为其实 是有学术 的 definition， 其实是有一个很严谨 的 check
checklist， 你是可以 check 到这些 tendency 出来，而不是一个真的那么 ambiguous 的 term。跟住啲我啲本土派 friend 就會講翻同 A 班嘅説話，只不過就係話啊，你見到啲助教咧，其實有 check 啲曬，可以整。但係你要講到有邊啲嘢係，你先講到邊啲嘢唔係啊嘛。原來即係，所以我都認為有好多其實唔係嘅，即係有好多事實上香港係冇法西斯嘅條件嘅咁樣。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咁你係你冇理由去到一個位。見到希特拉、墨索里尼，你不 call 他是法西斯啩？但事實上，當你是在希特拉時代的德國、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其實你是不會更容易去 pinpoint 到，咦？這個我現在活在 fascism 入面，因為所有東西當它湧現的時候是非常合情理的，就是哦，你被列強壓迫，你工人冇咗啲工作，我哋要重奪我哋屬於自己的工作，我哋要重奪自己嘅傳統，即係無論係幾咁即係幾咁創作性出嚟都好。咁所以其實喺當你活喺風暴入邊，其實你係未必咁容易講咯。冇錯，所以就係、是，與其係話一個某個即係話法西斯主義，或者係即係個即係派別啊，或者係一個即係咁樣嘅 label， 其實更多嘅情況係咧，佢係一個情感啊，即係佢一個好普遍，大家可能真係好常見嘅一種情感啊，就係、是、對一啲即係被異化咗，即係唔係淨有經濟上異化，而係即係成個可能政治嘅即係制度上面係有一種異化嘅感覺。你唔覺得嗰啲係再係好似以前咁啊？唔覺得啲嘢係 in control 啊？唔覺得啲嘢係？即係覺得嗰啲傳統或者本來有嘅係失落咗嘅，咁呢種情緒就會反彈出嚟。咁呢種情緒反彈，而家即係當代嘅例子就係一啲即係民粹主義運動啊，右翼嘅民粹啊，其實都係同一種嘅情感啊，只不過係呈現出嚟嗰種未必係真係話一個集權式嘅法西斯嘅政權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呢啲嘅情感其實係好普遍，至少係一個我嘅經驗裏面，係甚至好平衡咯，係冇錯，係根據係咯。Hannah Arendt 講就其實佢就係好平，冇錯冇錯。咁所以就係、是、我會見到呢種咁樣嘅傾向，其實係如果係重塑翻即係一個即係無政府主義者嘅一啲即係活動啊，一啲嘅即係歷史，其實都會見到好多嘅 anarchist 一啲無政府主義者咧，係結果係被法西斯政權去收編咗或者吸收咗。咁啊，一個即係正話有講到，即係講起墨索里尼啊，即係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咁就即係好例子啦。就是、因為墨索里尼啊，佢喺即係成為一個嚇，即係呢一個即係法西斯嘅一個頭目之前咧，佢係一個社會黨啊，即係個嚇 socialist 嘅頭目嚟喎。竟然即係佢曾經係一個叫做左派嘅一個政治家啦，咁然後就轉向咗呢個法西斯主義。咁而墨索里尼佢都受到一啲即係無政府理論家或者一啲嘅意識形態去影響好深嘅。咁其中一個影響佢好深嘅人咧，就叫做索雷爾啊，係一個法國嘅工團主義嘅一個即係社會運動家咁樣啦，嘅理論家啦。咁呢位即係 George Eugène Sorel 咧，咁佢就係好中意講罷工嘅 ATO， 咁就係佢。即係好出名，就係覺得即係佢形容啲總罷工啦，即係 general strike 咧，係形容到鬼人鬼精啊，有咩神秘力量啊，即係一個好神聖嘅時刻啊，諸如此類啦。咁啊，但係結果咧，佢就係、是、即係最尾就係慢慢傾向咗一個即係叫做法西斯主義。咁啊，呢類咁樣嘅即係關於無政府主義啊同埋法西斯主義嘅一個即係關聯啊，或者佢哋親近嘅一個程度，其實係一個好。即係點講？即係唔係話真係好常聽到嘅一個講法啦。咁但係其實佢喺嗰個只會即係追溯翻佢嘅思想嘅嗰個源流啊，嗰個脈絡其實係有好多嘅即係關聯喺裏面。咁啊，炳谷行就係攞咗呢樣嘢出嚟講啦。咁就係、是、即係嘗試去到即係演繹一下，或者喺度即係推論一下呢一個兩者嘅關聯，或者點解無政府主義啊會係同法西斯主義係扯上關係。咁啊，基本上因為我哋知道法西斯主義咧係嘗試想透過國族嘅想像啊，國族嘅力量超越資本同國家嘅一個即係壓迫啊。咁而喺一個即係 fascist 嘅 mindset 裏邊咧，咁其實即係佢哋對於乜嘢人係有權力嘅，
即係權力嘅正當性、合法性嘅。其實佢哋覺得係力量啦，係因為一個即係物競天擇嘅嚇，呢一個日耳曼人咧，或者係即係某一個即係種族嘅人咧，就特別係有呢一個即係即係優勝過嚇比其他嘅族群係優勝咁樣嘅。咁呢啲其實自然嘅力量咧嚇一啲即係即係不正自明嘅一啲力量咧，咁其實係成為一個即係叫咩啊？一個政治權力啊嘅一個合法嘅性合法性嘅基礎，即係佢嘗試去合理化佢哋嘅一個政治權力嘅掌握。咁而但係佢哋面對嘅問題就係話，當時嘅所謂國家啦，咁佢哋係即係佢哋喺法西斯主義者眼中就係、是空有權力啊，但係咧佢嘅力量咧都係因為佢嘅政治嗰個地位咧去到賦予俾佢，所以嗰啲法西斯主義者就覺得呢種合國家嘅存在其實冇合法性可言。因為他們不是代表那個、就是、那個人民，他們口中的人民或者他們的民族這樣，所以他就會想透過一個、就是、民族的運動，民族的一個、就是民族主義號召，去到取得那個統治的權力。他是、這個邏輯或者這種這樣的操作，就是正正是嘗試用國族力量去超越資本和國家 的宰制。而無政府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是反對國家的一個統治，就是很簡約很粗疏地說，就是反對一些 hierarchy， 就是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層級一些控制。所以當、就是、法西斯的一些、政黨一些政治組織出來、就是、開始冒起的時候，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就被吸引了，因為在他們眼中法西斯主義者都是嘗試去到、就是、否定嘗試去到、就是否定當時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即是那個國家的存在或者一個政治的權力。這個也是、就是兩者合流的一個、就是一種講法，一種演繹。同埋我哋今日從馬浩派嘅角度，當然覺得佢哋咁傻噶，但係我覺得即係你當時個頭都好興嘅時候，其實係完全好合理嘅咯。即係你因為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啊嘛，咁係哇法西斯主義反對而家呢個咁衰嘅國家，咁咪即係我哋嘅朋友啦咁樣，跟住大家又好 be water 咁樣，即係你又睇唔到即係 down the road 係點噶嘛？冇錯，所以就係好似係唔同嘅意識形態嘅人咧，其實都會因為一個即係政治情勢嘅變化咧，而去到。歸入去同一陣營裏面啦。咁有一個另一個例子啦，比如行都有提到，就係哲學家海德格。咁海德格佢係即係同納粹黨咧就好大嘅即係關係啦。佢都入過，即係佢做過喺納粹黨嘅一個政權控制之下咧，做呢一個校長噶嘛。咁佢都係接受咗呢隻鬼啦。咁就係、是、同本身納粹黨嘅高層啦，都係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咁而納粹黨咧嗰時咧就有一個即係組織啦，叫做衝鋒隊啦。咁咪喺啲即係希特拉為咗去到即係即係維持佢個政黨嘅一個即係維持納粹黨嘅組織啊，同埋佢同時咧就去到成立嘅一個即係武裝組織。係咪即係 SS 黨衛軍啊？應該不是，黨衛軍是另一嚿嘢。佢衝鋒隊是叫做 Sturmabteilung， 好似係。咁啊，但係佢嗰個組織個成員咧，其實會不斷咁擴大，即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咧，已經希特拉係唔信過個衝鋒隊啦。咁結果就係即係廢咗佢咁樣，即係又唔係，即係佢係冷待咗一個即係衝鋒隊咁樣。咁係即係丙谷恆嘅講法啦，咁呢個就係、是、丙谷恆就話呢個衝鋒隊嘅成員咧，就好多都係一啲即係叫做啲小流浪啦，即係可能係以前係嗰啲即係 Free Corps 啊，嗰啲自由軍團啊，即係以前德意志帝國嗰啲退役嘅軍官啊，佢哋所組成嘅啲右派嘅組織啦，咁樣嘅啲成員，即係但係去到嗰個時候，納粹德國嘅時候已經係啲即係小混混、小流浪咁樣啦。但是咧，佢哋意識形態上面咧就係反對資本同埋反對國家，即係啲嚇叫做當時嘅威瑪共和嘅政權咁樣。咁佢哋嗰個意識形態都係嘗試透過國族咧，嘗試超越呢、這個即係、資本同國家。咁亦都係因為咁，咁呢一個
海德格咧，亦都係會受到即係納粹吸引啦，亦都係會同呢班衝鋒隊啊就玩得好埋嘅原因。咁咧而去到日本啦，咁兵哥克人佢係日本人啦，咁啊當然會睇翻啲日本嘅例子，咁就係、是、講到一個人物咧，就叫做權藤誠興啊，權藤誠興啊，咁佢就係呢一個19世紀末到呢一個20世紀初活躍嘅一個日本思想家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歸類為法西斯主義者嚟嘅。咁但佢嗰個嘅位置咧，佢嗰個立場就好有趣啊！佢就係一個叫做即係好復古嘅一個人物啦。咁佢就係批判一啲現代國家嘅體制啊，佢批判官僚制度啊、資本主義啊，佢係即係一個叫做所謂反都市、反資本主義同埋反近代嘅一個思想家嚟。咁佢實質做過啲乜嘢咧？就係佢1932年嘅時候咧，咁佢就搞咗個叫做自治農民協議會啊。咁佢就主張呢個復興係傳統嘅農業共同體啦。佢嘅講法就是，我覺得我會再係咪？感覺會再哦，係啊，仲要係搞呢、這、一個即係有神權嘅影響嘅嘛，即係佢係天王，就係佢話天王係前現代嘅社會酋長，咁咧所以就係、是、可以通過呢個天王嘅即係係尊重天王嘅地位咧，咁就可以廢除國家啦，然後就反對呢、這、一個即係明治維新嘅一種絕對嘅軍權啦，咁就實行呢個人民同埋農民嘅原始自治，即係由聖人元君去統治，係啦。我覺得好吸引，我而家已經好想 sign 個法西斯，係咪？感覺好吸引喎、啊，實行人民同民嘅原始自治，完全我學嘅嘢。跟住同埋法西斯主義者啲大隻佬啊，有肌肉啊，係啊，好 buy 哦，好 buy。係啊，咁呢個就係日本嘅經驗，日本嘅例子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叫做嚇一個有社會主義傾向嘅個主張啦，亦都係同國族主義係互相結合，國族嘅情感互相結合。咁亦都係一個叫做有啲復古嘅元素喺裏邊嘅，即係好反現代化，反對呢個現代嘅變革咁樣。咁啊，所以呢個丙克人咧就會點出咗呢個社會主義同埋國族主義嘅一個相似性喺裏邊。咁因為兩者咧都係不滿資本主義啦，佢係唔鋸一啲資本家，唔鋸一個即係資本主義嘅經濟制度咧，就喺度帶嚟階級嘅一個。就是分化階級的一個，就是就是他們的待遇不公啊，還有對人的異化。於是乎呢，他們就會透過想像呢，就去到嘗試克服一個就是資本主義和一個近代國家、現代國家的壓制了。咁而我哋都要知道啦，即係大家如果聽我哋節目嘅話，都會知道資本主義其實就代表住交換模式C啊，商品交易嘅一個具體呈現啦。咁而即係近代現代國家一個國家嘅體制，亦都係代表住交換模式 B 啊，即係一個掠奪同再分配嘅原理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見到喺度將呢樣嘢擺翻去丙哥克人嘅交換模式嘅系統裏面睇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哦，原來咧呢啲咁樣嘅社會主義者啊、國族主義者啊，或者 both 咧，其實係想透過國族力量，即係話交換模式 A 啦，一個即係互酬嘅關係、平等互酬嘅關係，就去到即係克服交換模式 B 同 C B 同 C 嘅。咁丙哥克人咧就呢個時候又攞翻呢一個就係弗洛伊德的被壓抑者的回歸出來說，那就是說這種國族主義 的衝動和社會主義的構想，其實都是一個被壓抑的一個情感，被壓抑的一個即意識去到回復出來，去到反彈出來。但是兩者的分別就在於國族主義呢，其實是指向一個現狀的，即是他說的是一個叫做懷舊啊、復古啊，嘗試去回復一些本來有的傳統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咁而即係佢嗰樣嘢係訴諸於即係啲叫做可能係文化嘅身份啊，一啲即係共同集體嘅經驗啊嘅感情咁樣。咁呢都係即係想像中嘅國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我見到社會主義啦，社會主義咧佢嘅指向咧就係指向未來嘅。咁佢就
是一個即係嘗試去改革現狀啦，嘗試去到即係推進社會的一個進步，更加平等，更加喺度即係更加公平的一個社會。咁所以兩者其實係嗰、那個對於資本主義和國家帶嚟嘅問題嘅個反應咧，其實係即係佢哋嗰個原因咧，都係因為即係資本主義同國家佢哋對本身人造成的一個壓力和異化，咁佢哋實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進步去克服佢，咁啊結果就兩種不同的即意識形態衍生出嚟。我諗起我大學中文老師講過一句名言，佢話若要中文好，就一定要睇漢奸的文字。嗯，冇錯冇錯。而呢樣嘢就係、是、都。好講，即係我又真係走去睇湖南城啊，汪湖南城係真係寫得好好，但係當然大家會即係明白咯，即係例如三島由紀夫又好，即係佢哋呢一啲法西斯主義者通常都係文章好出色，或者其實調翻轉就係 aesthetics 喺美學上面好出色，因為佢 substantially。primary 處理的就是一個美學的問題，一個情感的問題，而不是實際提供答案的一樣東西，所以即他那個主場就是文學和美學，那固然就會在這一方面會特別出色啦。你說這點呢，其實是我覺得很重的，就是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看湖南城，而另一個即他是即叫做那個中華民國即改造政府的一個官員咁樣，即佢係跟汪精衛做嘢，咁但係佢文學真係，或者佢即嘅散文尤其是係非常值得睇。咁而另一個人物就係即汪精衛啦，汪兆銘啦，咁佢係首先佢係個靚仔啦，即係個即係風流倜傥嘅才子啦，咁亦都係革命家啦，亦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優秀嘅詩人。咁佢個鼻部嘅口尖啊，就係引刀成一塊不腐少年頭啊！呢、這個青鱗光不滅，夜夜照煙台，亦都係一個傳世嘅佳作。咁呢啲都係唔知點解佢會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使佢哋即係當然佢哋係依附咗即係日本嘅政權啦，咁但係呢個係歷史嘅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歷史嘅笑話啦，就係、是、一個歷史嘅一個意外，即如果佢唔係參政唔係從政嘅話，佢真係一個即可以名留青史啊，全世嘅一個文學家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個你講到情感嗰個問題咧，其實都係好從哲學嗰、那個那個角度去睇嘅話，就係你見到尼采啊，或者係佢嗰種即係叫做超人嘅精神啊，嗰種咁樣嘅用即重視翻人嘅嗰個感性嗰個力量，其實係。一脈相承，因為你話納粹主義其實都係內容咗好多，即係尼采佢嗰種 Ubermensch 嘅所謂哲學啦，然後將佢哋扭曲成為即係對於一二萬人嗰個民族嘅即係 justify 佢哋嘅種族歧視啦。咁呢個都係有一種咁樣嘅傾向喺裏面。Yeah，thank you， 好啦。咁啊，呢度就係咯，打咗個叉咁咧。但係我哋翻去呢個丙谷行咧，咁呢個時候咧，其實去到丙谷行呢個位咧，就佢亦都帶出咗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有冇方法或者有冇可能咧，係可以繞過到資本主義啦，而去到達成呢個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嘅咧？咁丙谷行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就引咗一個俄羅斯嘅民粹派嘅領袖啦，咁就叫做。唔識講俄文啦，我咁但係係佢個即係個名咧就叫做 Vera Sadsudish 啦，咁佢就係一個當時俄羅斯繼承呢、這、一個呢、這個巴夫人嘅一個民粹主義者。睇翻先，睇翻個章節係啦，咁啊，佢係繼承咗呢個巴夫人嘅睇法嘅，咁就係、是、巴夫人係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啦，咁就係、是就是當時的俄羅斯和一些就是說專社主義啊、專社派啊，都是有些就是關係這樣。而這個巴夫人的看法是什麼呢？就是說他覺得俄羅斯的農業共同體，就是當時農奴制裡面的一些農村，其實是有存在過一個共產主義在裡面的，就是有一個公有制的制度是實行過，如果實行有一個這樣的遺產，
咁所以佢就即係巴夫人就覺得呢個係值得非常之值得高度評價。咁而呢一個即係 Sartorius 對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想問呢個馬克思，佢都寫信俾馬克思就佢俾咗 IG question。咁係啦，呢個 Sartorius 就係 IG sorry 開咗個 poll 啦，開咗個問題啦。咁就係問呢、這、一個啊，俄羅斯共同體，我哋都有呢個原始共產制嚟嘅喎。咁如果我哋經過呢個資本主義嘅私有化咧？咁或者唔經過資本主義經濟嘅一個滲透嘅入侵咧，咁有冇機會可以直接轉化為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有冇可能跳 step 咯，即係跳過咗資本主義擴大生產力、階級擴大階級矛盾呢一個 step， 然後就直接去到飛去呢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咁啊，馬克思咧就諗咗好耐啦，咁然後就IGDM 翻呢一個 Sartorius 啦，然後就同佢講呢一個佢點睇俄羅斯問題。咁馬克思咧就話啦。講呢、這個即係原始共產制度啦，咁就係、是、即係佢係始終係相信係會係更加高嘅層次嚟到回復翻出嚟嘅。咁呢樣嘢亦都係一個好廣泛喺社會主義者嗰個即係思想同思想家都會咁樣諗嘅，就係、是、例如係話一個叫咩咧？頭先呢個揾翻出嚟先。呢、这個叫做 Ferdinand 呢一個 Tönnies，Ferdinand Tönnies， 咁就係一個德國嘅社會學家啦。咁佢亦都係會即係提出呢、这、一個係社會現代社會之上咧，就回復翻一個即係叫做舊日嘅共同體啊，傳統共同體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好多社會主義者都會主張一個即係佢哋嘅社會主義嘅國度其實係一個共同體嘅一個回復。咁於是乎咧，馬克思都有呢種咁樣嘅觀點啦。咁佢就係即係將佢擺去俄羅斯呢個 case 擺去睇。咁但係咧要注意嘅地方就係話，俄羅斯嗰種嘅農村共同體咧，就係同馬克思佢所想象中嘅嗰種古老嘅氏族共同體咧，就係好唔同嘅一個存在嚟。咁啊，俄羅斯因為佢行呢個農奴制啦，咁佢就係一個好強大嘅國家專制國家力量去壓迫。嗰啲農民啦，咁啊，所以馬克思就將佢判斷成為一個即係專制國家嘅殘留，咁就唔係一個氏族共同體嘅延續。咁因為即係馬克思佢所構想中嘅嗰個原始共產制啊，或者係原始嘅一個即係共產主義嘅一個共同體咧，其實係一個叫做戰士農民共同體嚟嘅。咁嗰個具體例子就係我哋啱啱應該啱啱開始啊，即係早呢、這個係咯，咁我哋都有講過嘅。一個係啊，氏族社會有耕田，但係有啲打仗嘅時候就變咗戰狼三百。係啦，冇錯冇錯。咁佢就會即係呢種咁樣嘅戰狼三百/農民嘅角色咧，就係、是、馬克思就會覺得係一個既自由又平等嘅一個，唔係既平等亦都係獨立嘅一個一種模式咁。咁啊，而呢度咧有一點咧都。要即係 bear in mind 嘅，就係話我哋睇呢度丙谷恆所寫嘅共產主義啊，佢用嘅 term 啊，即係例如共產主義啊或者社會主義，其實好多時候佢都係即係指向緊 association 呢個字嘅，即係因為難以翻譯嘅呢個 association， 同埋共產主義湊嗰度啦嘛，係就係用翻呢一個 association 呢個概念去到。即係借代啦，咁而亦都有講到係馬克思，其實佢即係正話都有講佢個對於合作社啊嗰個嘅讚揚啊嘛，咁其實嗰個共產主義或者係嘗試去實踐社會主義嘅呢種方式，其實都係透過 association 去做，咁所以馬克思佢講嘅嗰種 association 或者係共產社會咧，其實係呢度意思就係咁解。咁去翻俄羅斯咯，咁俄羅斯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專制國家嘅產物啦，佢當時嘅嗰啲農村啊係專制國家產物，咁所以馬克思就覺得嗰啲 association 即係共產主義咧，其實冇辦法係一個咁樣嘅嚇農奴社會實現嘅，根本就係唔 work 嘅，你要係啲大家都好有好自立啊、好自由啊咁樣嘅一個即係狀態先會實現噶嘛。咁而即使咧係有一個資本主義化啦，即係資本主義嘅經濟滲透啊，開始有競爭啊，開始市場啊咁樣，
咁但係佢最尾嘅結果都係一個原子化嘅社會，因為佢失去咗嗰種即係叫做嚇即係舊模式地建基於可能係親族啊，建基於一個即係小共同體嘅一種聯繫，咁佢就會變成一個原子化嘅社會。咁、那個結果咧就會係啲人會只會渴求希望出現有另一個沙皇，另一個跟住咧去到取代咗而家嘅嗰個整體嘅啫。咁呢一種嘅就係、是、洞見啦，可以話其實係即係預見咗、預料咗，即係之後以後一個即係嚇蘇聯啦，佢嘅整體一啲好重要特徵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非常專制國家，透過一個即係專制嘅統治去到建立呢個所謂社會主義嘅一個國度，同埋基本上就限自我延續嘅帝制。係啊，冇錯。去到甚至去到今時今日，你見即係普丁其實都係用呢種方式行翻呢條路啦。咁你係當然佢係即係同即啲即係叫做嗰啲oligarchs 啊，即係寡頭政治裏面嘅即係大富商啊或者資本力量結盟啊，但同時佢亦都會係即係挪用東正教或者係運用東正教宗教上嘅影響力去到建立翻佢嘅政權合法性。咁呢個都係。俄罗斯的一个历史规则，唔系好，同埋好搞笑就系普京系好受欧美嘅右翼嘅推崇啊，系啊，政治强人啊，系啊，即系反而佢哋而家系即系以前铁幕年代系即系所有同俄罗斯有关嘅嘢都变成系对铁作，即系完全系臭躲嘅咁样。咁但系而家调翻转，系啲右翼反而系好 buy 俄罗斯，因为佢嗰种系即系强人政治嘅化身嚟。你睇即系 Viktor Orbán 啊，你睇即系唔同嘅Bolsonaro 啊，巴西总统啊咁样，咁咧都系。有一種嘅身形咯，即係見到係好 masculine 嘅，好即係好強嘅一個即係權力係體現咗喺個人嘅魅力上面咁樣。同埋佢所以嗰啲即係舊日嘅共產黨員或者共產主義嘅支持者，即係啲老人家，仲有一個幻象係自己仲活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咁嘅幻想入邊。嗯，冇錯。但是當時嘅，即係佢又同好適當咁係 distant 咗佢自己份即係蘇共，即係因為以前嗰個俄羅斯，即係蘇共其實會已經佢係轉化咗有一個俄羅斯共產黨嘅政黨，咁但係佢又係同嗰啲咁即係 fringe 嘅人又係保持咗適當距離咁樣。係咯，即係又 friend， 但係又唔好行太埋。係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就係呢個就係俄羅斯嘅例子。咁但係同時馬克思咧，佢都有即係俾翻個 tips 佢，俾翻呢個 tips 啊，即係佢嘅俄羅斯友人啊。咁佢就話其實咧，嗰啲俄羅斯嘅農民共同體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潛力嘅。咁就係因為佢係本身有一個土地嘅共有制度啦。咁就係大家都係即係公平分配土地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可以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嘅發展基礎。咁馬克思咧就提到，如果咧一啲嘅情況許可咧，就例如係話，當西歐一啲先進國咧就發生咗無產階級革命啦，咁而俄羅斯嘅社會主義革命咧又同時發生嘅話咧，咁兩者就可以互補啦。咁咧假設咗佢可以互補咧，咁當時嗰種土地共有制咧，咁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共產主義運動所參考嘅一個基準嚟嘅。咁而至於點樣互補咧，其實就即係當然。冇咁好咁解釋到啦，咁可能佢有喺嗰度做，係咯，就冇發生到咯呢件事。係咯，冇錯，就冇發生到。即係你好似講到，如果丁屋真係為咗傳統居民傳統利益嘅話，其實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實現到呢個太公分豬肉嘅，係可以令到咧鄉郊咧係有一個團結友愛嘅文化嘅咁樣，即係呢個係真係得個講字咯。最尾咪就係賣丁屋同埋原子化，咁出到啲咩？出到侯志強咯，梁福源。系咯，同埋即系呢个都系丁权都系一个发明嘅传统，即系透过法律或者系透过一个即系系咯一个咁样嘅安排，然后
好似發明咗啲所謂傳統權益出嚟，咁呢個都係其實係資產化啲土地啊嘛，即係反而係加速新界土地嘅資本化同埋向市場流動，即係賣曬出市場。係啊，咁呢個就係即係七八十年代開始即係叫做將佢制度化之後嘅一個結果。咁然後，咁所以就即係我見到土地呢樣嘢其實都係。你都是非常之即系 critical 重要嘅一个环节啦。咁即系咁，毕竟香港其实香港土地都系即系政府所拥有噶嘛。即系只不过系透过即系一个契约地契咁 lease 出去。咁再翻去系啦，呢度翻去比谷行嘅一个呢个章节啦。咁其实都差唔多可以 wrap up 噶。咁就系翻翻去世界同时革命呢个 point 嗰度，就因为我哋之前。即係呢一集咧，咁都有講到世界革命啊、持續革命啊諸如此類。咁去到呢一點咧，其實亦都會提到馬克思，其實係佢好清楚指出，其實係單一國家革命咧就唔可能嘅。你係要係透過一個即係國與國之間嘅嗰種嚇即係互相嘅一個即係支援啊或者響應啊咁樣，佢所構想中嘅社會主義運動咧，社會主義革命咧，先至可以。即係實現到咁樣，咁咧呢個時候咧，邊個行咧都提到，即係而家當代我哋身處嘅世代啦。咁就係世界各地有唔同，即係各類抵抗資本主義嘅一啲運動啦。咁佢哋未必咧就係同社會主義啊一個呢種意識形態好強嘅聯繫嘅，佢哋好可能係一啲即係叫做即係地區嘅一啲本土運動啊，一啲嘅。環境保育的運動啊，諸如此類，一啲對抗即係新自由主義或者對抗跨國剝削嘅一啲消費者運動，都係呢一類嘅，即係佢所講嘅呢啲運動。咁未必係即係好強嘅嗰種社會主義色彩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馬克思嘅講法嘅話咧，咁其實即使佢唔係。明文啊，佢嘅綱領啊，佢嘅修辭啊，未必係好社會主義啦，好傳統我哋所認知嘅社會主義嘅左派咁樣。咁但係佢仍然係有機會發展成為一個即係 association 嘅，即係一種交換以交換模式啲啊嘅，即係為本嘅一種即係社會運動。咁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見到喺先進國家咧，係嗰個有個社會主義嘅變革嘅話咧，同時係支持翻啲後進國家嘅運動嘅話咧，咁嗰種即係馬克思所提出嘅嗰種即係社會主義嘅形態、社會主義嘅轉型咧，先至會出現嘅，或者係即係比谷行所提出嘅一個即係associationism 交換模式啲啊，先至會出現。咁呢種咁樣嘅即係叫做跨越國家為單位嘅視覺，其實都係喺比谷行嘅。就是論述裏面非常常見，他都會即係成日都係講話，唔可以淨係從一個國家嘅內部去睇問題啦，亦都唔可以從單一國家嘅視角去睇問題，因為我哋知道即係世界唔同嘅資本主義所帶嚟產出嘅一啲問題啊，一個即係唔同交互模式佢度有衝突嘅一啲問題啊，其實都係環環相扣嘅，即係唔可以淨係即係獨孤一味咁睇一個一時一地嘅地方啦，咁而係要。就是超越一个时间上面的顺序，亦都是超越地域的一个关联，去看一个世界的历史是怎样演变的结构的一个问题。哇，但是这样真的很累，好像曼德斯鸠讲话你要成为世界的公民，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咯。没错，是。你首先是你，因为不是只是要理解或者去学习关于自己的身处的一个环境，不是关于只是自己的群体的事，是如果要将其他的群体或者其他人去纳入自己的视角里面，那你就是要有一种就是宽阔的视野。那而我觉得就是秉公行他进度其实就是可以帮到大家去建立这种这样的比较和宽阔的视野。Thank you， 咁我哋即系今日嘅节目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其实咧已经系迈向紧结尾嘅，喺下个礼拜咧，我哋将会进入世界史嘅反复，即系话系即系点解喺世界史
嘅進程入邊，我哋總係見到有時係有進步，有時又好似係退步翻，即係行一步又退兩步咁嘅咧。咁即係丙方人亦都再次係透過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為我哋提供一種 pattern 啦，同埋即係一啲所謂喺歷史上面嘅 recurrence 究竟係點樣產生？咁同埋我去到而家，我都想趁我哋今日做咗完咧，就即係去講，咦？我哋係好似就嚟一週年喎，各位 co-host。有啲咁嘅事？我哋差唔多啊！我哋上年其實係農曆年食噶嘛，咁然後咧，好似係喎，好似真係喎。係啊，就係仲要係農曆一週年爆疫情，又係爆疫情，個個要 stay home 嘅時候咯。唔記得 exactly 邊個日子，我哋就用農曆嚟計咯。係啊，都係差唔多呢啲時候，即係又係個個焗住屈咗喺屋企嘅時候，所以真係歷史嘅反覆。被咩被压抑者回归啊！第二次系闹剧啦，我哋好 enjoy 呢场闹剧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个月尾咧，即系无论我哋完唔完成到咧，我哋今个月尾都会休息一次嘅，就我哋自己自肥噶啦。好啦，我哋今集到到呢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拜拜，晚安，晚安。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